好，各位请就坐，请保持安静好吗？各位请就坐。我们今天这个难得，教委会来这么多人哦，那欢迎各位。那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本周一三是一次会哦。那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是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16日上午9:03至下午1:32，10月16日下午20:30至5:27，10月17日上午9:00至下午1:12。地点本院亲切的101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志阳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刘世芳委员等27人，列席人员11月16日上午，科技部部长杨鸿敦率同有关人员。10月16日下午，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林正仪率同有关人员。10月17日，文化部部长郑丽君率同有关人员。主席和召集员新存。11月16日上午，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二、审查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中心科技中心预算案；三、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9案。本日议程采综合询答，有委员吴志阳等19人提出质询，经兼科技部部长杨鸿敦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行政期限者，从其指定。三、10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以及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预算案相关提案，请于11月23日下午5时前提出。四、继续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9案，已处理完毕，均同意解冻，准予动之，提报院会通过临时提案2案。10月16日下午，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案；二、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6案。决议一。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6案，其中除第3案及第4案另定期继续处理外，第1案、第2案、第5案及第6案均审查均同意解冻，准予动之，提报院会。二、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预算案，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第2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0项。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列370万元，增列赔偿收入，一般赔偿收入100万元，改列为470万元。第3款规费收入，第7项，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列12亿3147万5千元，增列使用规划收规费收入，场地设施使用费2500万元，改列为12亿5647万5千元。第4款财产收入，第11项，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列1亿1534万2千元，增列财产孳息权利金5100万元，暂改列为1亿6634万2千元。第5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2项，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列5500万元，系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增列3000万元，改列为8500万元。其余是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另定期专案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第7款其他收入，第11项，国立故宫博物院原列362万元，增列其他杂项收入100万元，改列为462万元。二、税收部分第2款行政院主管，第6项第一目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1000万元，含水电费500万元，其余科目自行调整。本项决议通过决议3项。三、本案另定期继续审查第61案以后。三、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有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11月17日，报告事项：一、文化部部长就盘点文创产业、文创产业定义及未来发展、文创院及文创政策规划与文创投资检讨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二、教育部部长、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部工业局就盘点文创产业、文化
文创产业定义及未来发展、文创人才培育及文创投资之检讨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讨论事项：一、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二、审查106年度总行政法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预算案；三、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主管预算、公预算解冻案一案。本日议程采综合寻找，由委员吴志扬等19人提出质询，今天文化部部长朱立坚、教育部政务次长陈良基及相关人员给予答复说明。另有委员李彦秀、徐正瑞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寻找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有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四、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及所单位预算案以及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预算案相关提案，请于11月24日下午5时前提出。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文化部主管预算、公共预算解冻案一案，同意解冻，准予动之，提报院会通过临时提案6项，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确定哦。今天议程有5个，第一个，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二，审查106年度教育部主管51所国立大学校务基金，还有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校务基金、学产基金、运动发展基金及大专院校转型及退场基金预算案；三、审查106年度行政法人国家运动训练中心预算案。以上3个案仅进行询答，是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一案；五、继续处理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四案。那首先我先介绍我们今天在场的委员哦，有我们柯志恩委员，还有苏巧慧委员。那今天就是潘部长，还有我们在座各位很多学校校长，还有教育部所属机关的这个首长哦。那我们很难得哦，今天有那么多校长来。那刚刚我私下抽了一下签哦，因为过去我做这个委员的时候，校长来都只有在那边聆听，然后吃便当就结束哦。所以我点了3个学校哦，待会请你们在部长报告之后，每个人5分钟，让我们了解一下偏乡原乡的一些想法哦。第一个是澎湖科技大学王校长，然后屏东大学古校长，还有台东专科学校陈真祥陈校长，一个人5分钟，好不好啊？这样让我们了解偏乡原乡离岛的教育状况。如果愿意自己要上来报告的，争取预算，我也欢迎，好吧？让我们对你印象深刻。那我们现在就请潘部长进行口头报告，好不好？好，谢谢。可能还有人后面继续抽，不要掉以轻心，好不好？报告就10分钟，好不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早。今天应邀率同主管同仁列席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就本部106年度本部主管单位预算案跟106年度本部主管国立大学校务基金、国立高级中等学校校务基金、国立社教机构作业基金、国立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学产基金、运动发展基金、大学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等附属单位预算案及行政法人国家运动训练中心预算编列情形提出专案报告，深感荣幸，敬请各位委员本着多年来对教育的关心与支持，继续给予指正跟指教。那么以下仅就简要来说明，详细的部分再请委员参阅书面报告。第一，本部主管106年度单位预算编列情形。税入的部分，106年度本部主管预算编列税入预算数6.6亿，较105年度预算3.77亿增加2.83亿，约列增加75.07%。税出部分，106年度本部主管预算2432.84亿，较105年度之
2253.03亿，增加179.81亿，增加幅度约7.98%。主要编列的重点包含推动12年国民基本教育实施计划，106年度预算案编列360.22亿，较105年增加13.24亿，主要系增加推动高中职优质跟精职化，以及实施高中职免学费政策等经费。二、依法编列原住民族教育及特殊教育经费，原住民族经费106年编列34.42亿，连同原住民委员会所编列的12.86亿元，合计47.28亿元，较105年增加4.11亿，占本部主管106年度税出预算总额的1.94%，也符合在法令规定的1.9%以上。特殊教育经费106年度编列109.74亿，较105年增加7.23亿，占本部主管106年预算总额的4.51%。高等教育的部分，106年编列688.88亿，较105年增加40.01亿，约增加6.17%。增加的项目主要是新增增拨大学校院转型及退场基金等相关的资金，奖补助私立大学校院及学生的经费106年编列310.24亿元，较105年增加45.13亿元，增加幅度17.02%。主要的增加项目是提拨私立大学校院学生就学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国民级学前教育的经费106年编列985.13亿元，较105年增加91.71亿元，约增10.27%。增加的项目主要是为国中小教师合理员额编制的计划，以及公立国中小校舍耐震能力及设施的改善计划。终身教育经费的部分，106年编列46.9亿元，较105年增加4.77亿元，约增11.32%。增加主要的为国立社教机构跨域加值发展服务等相关的计划。另外，资讯及科技教育经费106年编列24.84亿元，较105年增加0.43亿元，约增1.76%。增加的项目主要为资讯科技融入教学及科技教育等计划。国民体育经费的部分，106年编列84.53亿，较105年增加11.77亿元，约增16.18%。增加的项目主要为2017台北市大运筹备的相关计划，以及禁用专任运动教练跟聘任巡回运动伤害防务员等。青年发展经费的部分，106年编列了4.95亿，相较105年增加0.93亿元，增幅约23.13%。主要的增加项目为强化青年生涯辅导及促进青年公共参与等。第二大部分是本部主管106年附属单位预算编列情形。第一是国立大学校务基金的部分，106年共编列51所国立大学校院基金预算，其编列的情形包含106年度业务总收入1107.01亿元，业务总支出为1168.48亿元，收支相抵之后，短促61.41亿元。那么相较105年预算短促减少1.06亿元，主要是资产的使用及潜力金收入以受赠收入增加所致。106年编列增至固定资产125.84亿元，无形资产3.39亿元，及地缘借项10.43亿元，共计139.66亿元。那么上述业务支出及增至资产合计总共1308.14亿元，扣除不涉及现金支出之折旧以及摊销费用155.73亿元，现金支出预算为1152.41亿元，其经费来源包括本部补助的565.59亿元，学校注册经费是586.82亿元。有关国立高中职的部分，106年共有154所高中职实施校务基金，以105年相较减少17所，系因为部分学校改立台中市政府。另外，据同一个基础比较，以下有关105年预算数均不含改立台中市政府之17所学校相关的数据，其预算编列情形如下：106年业务总收入304.15亿元，业务总支出340.03亿元，收支相抵，短促35.88亿元，相较105年短促增加1.39亿元，主要是因为学杂费收入及教学研究补助费收入减少所致。106年增列
固定资产24.7亿元，无形资产0.54亿元，及地缘借项8.02亿元，合计33.26亿元。上述业务总支出及增制资产预算合计373.29亿元，扣除不涉及现金支出的折旧及摊销费用37.02亿元，现金支出总预算为336.27亿元，其经费来源包括本部补助293.1亿元，学校自筹43.17亿元。有关社教机构作业基金部分，106年本基金辖下共有6个管所分设预算基金，其预算编列情形如下：106年度业务总收入18.46亿元，总支出22.78亿元，收支相抵短促4.32亿元，较105年短促减少0.12元，主要系建教合作收入以资产使用及潜力收金增加所致。106年编列增至固定资产7.51亿元，无形资产及地缘借项0.49亿元，合计8亿元。上述业务总支出及资产增至预算合计30.78亿元，扣除不涉及现金流出之折旧及摊销费用6亿元，现金支出预算为24.78亿元，其经费来源包含本部补助17.76亿元，管所自筹7.02亿元。有关国立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部分，106年共编列我们3所国立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预算，其编列情形如下：106年业务总收入483.58亿元，业务总支出461.65亿元，收支相抵即剩余21.93亿元，较105年预算剩余增加2.76亿元，主要是门诊及住院医疗服务量增加所致。那么106年编列增至固定资产24.57亿元，及无形资产0.77，合计25.34亿元。106年本部核列补助3所国立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10.59亿元，相较105年补助数11.62亿元，减少1.03亿元，主要系国立成功大学附设医院新建工程补助款预算于105年已全数编列完竣。有关学产基金部分，基金来源7.45亿元，较105年预算数8亿元，减少0.55亿元，主要是因为办理有偿拨用之财产处分收入减少所致。基金用途11.8亿元，较105年预算数14.27亿元，减少2.47亿元，主要是奖助教育支出计划核实减列相关支出所致。有关运动发展基金来源25.8亿元，相较105年预算数18.08亿元，增加7.72亿元，主要是孤立运动彩券盈余分配收入增加所致。基金用途26.77亿元，较105年预算数23.94亿元，增加2.83亿元，主要是因为配合业务推展核实增列相关预算支出所致。第7是有关大专校院转型基金退场基金，基金来源25亿元，是国库拨款收入。基金用途2亿元，主要是办理大专校院转型发展学校停招或停办计划之执行及相关行政业务。第3大部分，行政法人国家运动训练中心预算编列105年，业务总收入7.23亿元，业务总支出7.15亿元，收支相抵剩余0.08亿元，较105年剩余增加0.02亿元，主要是金融机构存款利息违规罚款收入及杂项收支增加所致。106年度编列增至固定资产0.26亿元，无形资产0.05，合计0.31亿元。106年本部核列补助国家运动训练中心6.98亿元，总共较105年补助数5.8亿元，增加1.18亿元，主要是亚运、四大运选手培训相关经费所增加所致。以上是本部主管106年各类预算之编列情形简要报告。另外，本部105年解冻案5案，也请各位委员能够来会议支持指教，谢谢。好，谢谢，谢谢部长，谢谢。好，我们接着请澎湖科技大学校长王盈伟，因为我也很想认识在座各位校长，王校长，你可以讲讲你们学校的环境，还有对高教期待，还有你希望什么样的支持补助，好不好？谢谢。好，谢谢。5分钟哦。好，谢谢我们召集人哈，给我这个机会哈，来报告一下我们偏乡学校哈，在经营上的一些困境哈，还有呢，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哈。那我想我们澎湖国立澎湖科技大学哈，在民国84年哈独立哈。那事实上当初呢，独立设校的目的呢，是在想要呢，我们政府想要呢，这个均衡呢区的这个城乡的发展哈，然后呢要提高呢离岛的教育水平哈。在前提底下呢，我们有这个学校的产生。那基本上经历过的改制，然后呢到更名为这个科技大学哈，94年啊。那基本上我们学校在当地呢是很努力的哈。那澎湖我想大家都知道，澎湖很漂亮哈，那很有特色。那主要的产业特色呢是海洋观光哈、休闲哈，还有呢海洋的水产养殖哈，还有呢另外一个很新兴的那个产业呢是绿色能源的产业。我想这个产业啊很鲜明呢、啊，所以学校基本上的设系哈跟这个产业是对接的，好，所以我们学校有12个科系哦，那3个学院哈，那有这个海洋资源工程学院哈，就跟刚刚讲的这个海洋水产养殖是对接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观光休闲学院哈，基本上是跟我们的这个海洋观光的产业是对接的，好，那绿色能源这个产业基本上还是跟我们海洋工程学院是对接，因为我们工程学院里面有电机、哦、有资讯工程，也有电信工程、哦、基本上是跟它对接的、哦、所以澎湖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基本上跟学校的设校 的这个目的本质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哦、那因为偏乡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交通问题，我想这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就交通的问题，交通不便、哦、那因为澎湖本身的产业的发展来讲 不像其他地方的产业那么鲜明，是事实上是有那个产业在，但是它发展的并不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产业上的这个支持基本上或地方的资源来讲相对是比较欠缺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的这个交通不便，然后呢区域的那个资源基本上是不足的，所以在经营上来讲是相对来讲是困难。那学校面对未来的高教，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少子化的问题吧，很严重，而且呢对偏乡的影响非常大、哦、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啦。那我知道我们部里面早期的规定呢是注册率呢是连续3年哦，这个不到这个8成哦，不到7成啊，后来改成了连续2年不到8成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标的、哦、算是相当严苛了、哦、那当然我们也很努力了、哦、比如说像今年我们的招生率呢，我们全校的招生率呢，从以往的一年的大概我们大概在接近8成左右、哦、在8成附近，我们今年呢有到了9成、哦、所以我们很努力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拓展我们的生源、哦、不管是国内生源跟这个国际生源、哦，那国内生源基本上我们去年做了100场的这个校外进班宣导、哦、所以这是以往呢从来没有做过的动作、哦、那面对这个招生的这个冲击、哦、然后呢我们部里面的规定基本上我们很努力了、哦、那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就是资源上来讲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哦、那另外一个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是用要强化我们学校的特色，事实上我们学校的那个科系基本上它特色很鲜明，所以到澎湖来的人都马上感觉到那个特色。那另外是我们要保持我们的那个教学品质，另外一个是拓展我们的那个产学合作，尤其是在地的产学合作。我想我就简单的做几点的这个困境的报告还有解决方法的这个报告，就谢谢我们，谢谢召集人，也就是希望不要退场就对了。是啊，好，了解，谢谢。好，谢谢王校长，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屏东大学古元光古校长，谢谢。好，首先非常谢谢我们的召集人陈委员哈，给我们国境之南的学校哈，我强调我们在国境之南的学校哈，来发表哈个人对这个未来高等教育的看法。我想在座的各位教育部长官以及我们各位大学的我们校长同仁哈。我以下所说的部分，应该只限于是我个人哈，在担任大学校长哈，我那个大学校长的经验哈，来发表个人的看法。各位都大概
都知道哈，我在这个我们高等教育里面也有一段的时间哈。那之前哈也曾经在屏东科技大学担任过8年的校长。那在2年多前，屏东教育大学跟屏东商业技术学院合并之后，我刚好那时候在屏东科技大学的校长任期届满，那也顺利的哈，应征到我们国立屏东大学的第一任的这个校长的工作哈。那也先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国立屏东大学合校其实是在过去2个学校，应该讲更早是应该是3个学校哈，本来是想要在一次完成这个整并的工作哈。那当然这个有一些历史的故事哈，曾经也过很长。不过以目前国立屏东大学合并之后，现在呢我敢跟各位委员哈，还有我们的各位我们的校长先进报告，就是目前这个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融合高教、技职还有师培有3种体系在一个大学的一个哈学校哈，所以它基本上是具有非常多元性的一个选择。我们目前的学生一半是高职生，一半是技职生。那么在我接任这个校长的工作的时候，我也特别分析过去这2个学校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它的一个特色。所以在学校的同仁的这个努力之下，我们共同是以发展区域的连结跟在地的连结为目标，所以我们有一个4个英文字母，非常简单又非常容易记的，叫做 UGSI。U 代表就是区域性里面的大学，那 G 代表 local government 跟 central government， 就是只要是政府相关的工作的部分，我们都会愿意来参与。那么第三个 S 的话呢，代表 K-12 的各级学校，因为这个学校过去在这师资培育，我们有相当多的校友在南部地区担任校长、担任主任，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那么最后一个 I， 这个 I 的话呢，代表的就是我们对大学、对产业的一个哈这样的一个协助跟合作，促进产学合作。不过我们不只是把 I 定义叫做 industry， 我们甚至把 I 定义叫做 international。我们希望就是由大学也能够把这个大学的资源呢，我们做教育的输出。那我也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过去我在屏科大担任8年校长的期间，也把屏科大的热带农业跟绿色科技带到东南亚。我从1997年在担任这个国际处的处长的时候，就开始在推动东南亚的这个合作。那过去屏科大跟我们的东南亚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好的这个学术交流的关系，甚至建立了非常多的姐妹校。那姐妹校建立不只是学术的交流，我们更帮他们培训了非常非常多的他们的年轻的讲师，变成具有博士学位的资格的这个教授。所以在过去屏科大8年的这个热带农业跟绿色科技的输出，我想也为我们在国境之南的大学呢在国际的舞台上打了一个招牌。那目前个人在屏东大学，我们也根据学校的这个过去所承接的这个历史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非常努力的在把屏东大学的这里面的这些教育，甚至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在三个方面我们也跟东南亚这个各个大学来做合作。所以屏东大学呢，现在积极的也在承办教育部所委办的一个叫做无国界师资的计划，也就是说师培生经过我们这个计划的培训之后，他们可以到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去做短暂的实习或者是见习。那我想这个是在目前屏东大学在做的工作。我对高等教育其实抱持非常的乐观，只要每一个大学建立自己的特色，建立自己的在地连结，建立自己的产业连结，我相信这个都会让一个大学的发展不因少子化的冲击而减少。以上个人的看法，请委员多多指教，谢谢。好，谢谢校长。那我们接着请台东专科学校陈真祥校长。好，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早。我到台东专科学校服务之前，是在内湖德敏财经科技大学当教务长，到台东科技大学已经3年了。
那之前在台北看认为的台东，跟现在在台东待了三年以后认为的台东是不一样的。教育部的长官曾经问我，你们偏乡怎么便当一个八十几块？那我就跟那个长官回答说，因为台东大部分土地都去种那个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包括老叶，包括释迦。我前几天去兰屿，兰屿的高中的校长跟我讲，在兰屿盖一栋房子是我们西部的三倍。我从内湖搭计程车到教育部开会，搭计程车不用500块。各位先进，你知道我来立法院开会我花多少钱，你知道吗？我从台东坐飞机住一晚，5000多块。这就是偏乡。我在偏乡服务三年，我有几个感触跟各位分享。第一点，产业的发展跟人才的培育没有对准。台东，你认为它会适合发展什么产业？当县长的人一定很清楚，我就产业定位在哪里。人才一定要跟进，要不然你产业没有人才，你产业怎么发展？我们是培育人才的机构，培育人才当然要对准产业，要不然我的学生就找不到工作，没有进入。但是在台东这一点非常的严重，各位你们了解台东第一个你想到的是观光产业，请问台东大学是唯一一所大学有没有观光参旅的科系？没有，我们台东专科学校有，我们叫参旅管理科。你然后在台东你会想到精致农业，农业台东大学有没有农业？没有，台东专科学校有，它叫园艺暨景观科。你来到台东你会想到七族原住民族群，你会想到文化创意，我们有文化创意设计科。各位，台东大学的台东的子弟不到5%，曾经有一年2.99%。当地的大学竟然没有为当地的人才培育做出贡献，这个是在我们西部人看起来很怪。我台东专科学校，我的科系是有对准产业发展的，可是我的二专、五专毕业生，我叫他们赶快去就业，不要升学，可是这些人都去升学。为什么去升学？原因我认为有两个，第一个，大学太多了，他拼命的拉。第二个原因，因为父母的观念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观念一直存在，所以他们一直推小朋友赶快再去读，再去读。结果呢，我统计我们的二专跟五专升学率高达八成，也就是说这些学生都去念二技，二专五专毕业都去念二技。念完，请问二技去哪里念？我跟各位先进报告，都到西部去念。我们有台东高商这个学校，台东高商有商业经营科，每年毕业商科的学生有350几位。请问我们有没有商管学院？没有。东大有没有管理学院？没有。这些学生都跑去哪里？都跑到西部去念了。所以没有二技，没有四技，导致于台东的子弟要完成大学的学业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讲的是说，技职体系的学生有高达70%，一般的高中生只有30%。可是30%的学生，如果他愿意念东大的科系，他可以留在台东完成大学学业。相对多数的70%的技职体系的学生，很抱歉，这些人你要念二技四技，请你到西部去。到西部去以后，认识朋友，结婚生子，就在那边了，根本不回来台东。所以台东为什么人口一直外流很严重？这个真的请我们长官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第二个，我认为我们台东专科学校里面有一个高职，叫做附设高职部。我一个校长，高职的校长会我要去参加，大专的校长会我要来参加。然后我里面我的高职老师比我的专科老师还多，但是我的学校是依据专科法设立的，专科法设立教务主任就是要副教授。很抱歉，所有的高职的老师有82个，比我的63个专科老师还多，他们都不能参与行政，也不能去什么考校长、担任主管选校长。这些人一直透过委员，透过我们委员一直在希望能够独立出去，造成我们专科在经营上非常的困扰。我们用最大的耐心、毅力在处理这个问题，可是依然没办法好好的往前走。所以，请各位帮忙偏向一下。
人才培育确实有一些状况，学校的整个结构也出了问题，技职体系不完整，让所有的小孩子往外走，把他推到外面去，所以这相当的严重。谢谢。谢谢陈校长，非常对偏乡的观察跟了解，我想这一点是我们都委员会非常注意的。那谢谢大家。那待会还有其他的这个学校的校长，如果委员有咨询的时候，也请欢迎上台备询哦。那我们今天本委员会的出席委员咨询十分钟，10+2，那列席委员是6+2，好不好？哦，那我们上午10:30登记截止。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首先，我们先请发言第一位登记委员柯委员之恩，10+2。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先请陈良基次长跟台大的杨盼池杨校长？好，次长还有杨校长。委员好，次长好，好，校长好。我想呢，看到两位站在这个地方，一个是台大新任校长，一个是台大前副校长，所以呢，大家就知道我今天所要问的一个焦点了。我想呢，校长的这个挂名风波为什么闹得沸沸扬扬？因为呢，它牵涉到是整个我们学术研究环境的一个结构性的很大的问题。当他一个大型的计划呢，他牵涉到一个所谓的大牌教授跟新兴的这个年轻的助理教授这些权力结构的问题，他也牵涉到的指导教授跟研究生之间的劳力分配的问题，他更代表的一个到底你要怎么带领这些所谓的博士生博士后研究的一个未来研究学术的一个态度问题。所以校长，因为台大的光环够大，因为校长你的头衔够大，所以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止血的缘故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我也可以请校长说，你未来今天的质询会是一个很大的焦点，不过你可以稍微用思考一下，因为呢今天在场的65位大学教授当中呢，大学校长当中呢，有51个学校是被我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有提出了一些的建议的，因为你站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免疫了，所以这是你今天的贡献，好吧？所以校长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一下，你会比较用不同的角度来去看待事情。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第一个。我想说校长，虽然我对于您前几天开的这个记者会还有你们的主秘不断地在为您做一些的陈述有一些的想法，但是呢，我想对于你记者会里面所提到的问题我就不再赘述，因为已经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我就想请问校长，利用这个机会想请问校长，你目前都说所有的文章就是有问题的这4篇文章当中，基本上要么就是过去已经达到了一个刊物的一个状况，目前有些还正在做这个刊物，所以你目前为止对您这4篇挂名的这些论文还是非常有信心吗？谢谢委员。郭教授2016年发表在《自然生物》期刊的这个杂志啊，自己申请调查。那这个期刊里面，我并没有我的名字在里面。是。那是网站后来往前。没有问题。我说你对于你挂名的这4篇文章，你目前为止对于。这四篇文章我是担任共同作者。是。本人。未涉及任何的造假，所以目前为止对于这个所谓的学术上面的伦理，校长还是认为是完全是坚守得住的。对，我担任共同作者的部分是不会涉及任何造假。是，好，那个陈次长，你也是研究的专家，你是不是也来问一下？你会不会担心您过去所挂名的文章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好吧，次长，你顺便说明一下。我想工程的有很多都是实作啦，实作大概就是你要知道学生做的相关的情况，所以每一个部分我们的一些数据一些作品大概都是好，没有问题。其实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问呢？特别是校长这个问题，因为过去呢，我们蒋伟宁部长，虽然我就知道你们不要犯政治化，同样的，但是台湾这个殿堂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不犯政治化的，所以当然会被这样来提及哦。蒋伟宁部长的时候，他当初在当教育部长的时候，他是教育的行政职，他都会因为他的学术的关系，然后
被舆论的压力而下台。我们没有要同样的标准来质问这个校长，我只是非常的，很多人都会特别提到啊，这个有关于学术伦理的这个部分，台大不是第一次犯啊。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台大的吕新明这个助理啊，他曾经对于能源的国家计划，曾经用一些伪造的方法，而我知道陈次长当初就是一个这样的主要的一个调查人嘛，当台大副校长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人告诉他这个计划主持人这是有问题的，可是他并没有提报，他也没有告诉科技部，直到今年一月十一号的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一连串暴风这么多的事情，很多人就在质问台大身为学术的龙头，你到底是以身作则还是以身作贼？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控。但是次长，你那个时候呢也是表达遗憾，你也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前置的作业，只能事后的严惩，然后来做希望不要的以身试法。目前为止，层出不穷，伤害到我们台湾的学术研究这么多。你还没什么更积极的做法呢，次长？是，我想对这个部分，学术伦理这几年来在处理的形态也变得比较有效力，包括美国在1996年开始成立 ORI， 就是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所以我们这几天也密集跟他们联系，我们希望尽快把他们很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当然是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呢，因为我们这个部分吕新明他就坦言说，办公室都是团队，每个人挂名都在赚点数，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挂名的文化基本上就是我们台湾学术界非常重要。我刚刚已经特别提到，它是牵涉到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啊，结构性的问题。很多人挂到教授的名称，他比较申请科技部的经费比较容易嘛，所以往往是这样。即使教育部大力的去说，我们不管在什么的部分里面，尽量弱化这个所谓研究的指标，但这是一个现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所以科技部跟所谓的教育部当然是责无旁贷，是不是这个部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这个还是一个牵扯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我们下一页，荣耀之后到底是什么？科技教育部特别提到了，你要是查到这个伪证的话，你要拿掉他的勋章，你要拿掉他的研究费，然后呢，整个研究团队的这些博士生，他们何去何从？他要连坐吗？还有整整的问题。但是我想我要点出一个最大的问题，任何一个大学他当然需要学术研究，但是学术研究就等于论文发表吗？我们来看看，有非常多的以色列里面，他们把海水变成淡水，他们用了很多树上的发电来做的非常多能源，他们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在他们的论文发表并没有在全世界排上名，可是呢，有人敢忽略他们的学术研究吗？这是我们在利用这个机会要大力去特别去问到的。校长跟前副校长同意这个部分吗？学术研究是不是要重新来做一个定义呢？是，没有错。其实我到教育部来已经把它改掉，就是我们将来教育部的钱是不能拿来作为论文的绩效奖金来使用。我对这一点来说，但是你的顶大的部分还是在这个部分里面，还是花非常多时间。我最后要请问校长的部分，你就可以等一下。我们的郭明良教授目前为止他是口头请辞，所以他目前为止已经实质的辞掉了吗？还没有。所以未来会是怎么样？他现在还在戒掉期间，所以一定要照我们的法规。所以高雄医学大学的副校长这个名称目前为止也还未知他未来的去向。这部分要请问那个。所以他目前只是在戒掉当中，所以目前也是请辞。对，但是他有自己提出说他要口头要提出，他口头提出要请辞。所以目前已经没有在任教，已经没有在做其他的学术的上面的研究。对，他现在人是在戒掉。所以嘛，校长，我想你都同意嘛，一件事情发生，不管最后的真假到底是如何，他其实对每个人个人的这个学术的声誉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了嘛。那接连不断的部分呢？好，校长你可以请回。然后接连不断的很多的部分，我还请次长你再继续留下来哈。下面一个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嘛。你刚刚所提到的下面，你刚刚所提到的一个所谓的 research integrity 的部分，但是呢，组织成员是谁？我是对教育部、对科技部是不太放心的啦，次长，因为你们都太光官相护了啦，在学术的殿堂当中，每个人都会未来有交手的时候，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成员会是谁？如果今天没有台大发生这件事情，我想校长一定是当然的委员啦。应该是这样说，就是不一定了哈。那教育部跟科技部，我们研商。原则上，正式的组织应该会在科技部有一个成立一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不容许再做这样的部分，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在我们的学术部分，我想没有一个学者专家，没有一个精英的学者专家愿意承担这样的部分。但是呢，不能永远把这件事情交给所谓的推给所谓的研究或是后研究部分，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办法说服的。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请部长也上来？剩下最后的时间呢，我还是要特别提到，为什么次长你也稍微留步一下哈，你今天会很忙的。
因为今天有这么多校长在这个地方哦，我想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刚刚看到部长的一些所谓的质询的报告的预算的部分里面，你看我们2000多亿的教育预算当中，这个包括高等教育是占了28.3%，然后呢再补助这个私立学校，整个高教占了41点多，无可否认的，这是我们最大一个比的比。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研究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分配来做个严格的把关。来，我们看下面，然后呢，在这个部分里面，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说台大够大，我们光是教育部所补助的经费，再加上所谓迈向顶大的部分的，台大是排名第一，加起来大概有65亿，是我们公立学校里面综合大学、公立学校、金门大学的30倍。黄校长，金门大学黄校长，你终于知道台大比你多30倍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技职的学校当中呢，技职学校当中呢，补助最多的就是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它比最后一个补助的技职学校大概多了5-6倍而已。但是我们再把台大跟国立台北科大比较起来的话，它其实台大比它多了6.57倍。所以这个其实可以看出来，我们对于所谓的技职学校跟我们综合大学，某种程度上面已经是造成一个补助上面的一个缺乏了，没有错吧？是不是这样子？学生数其实差很多了，当然是学生数差很多了，但是你如果说经费给的多的话，学生自然就会多嘛，这基本上还是可以表达出我们整个教育整个分配问题。当我们就说所谓的技职院校是非常重要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经费来说是远远不足的。好，没有问题，但是次长，我今天只要特别问你，我个人认为说我们这个还是要把大学的定位给要搞清楚。你看看嘛，所有我们说研究不重要，我们来看下面的，我们大家最希望看到的 QS 还有 Time 的这个部分，哪一项不是跟学术有关？哪一项不是跟学术有关？所以呢，你今天大力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完全不要用这个所谓的学术的论文的产量来决定，可是你要打世界杯，你就必须要考虑这样这些很现实的一个因素，没有错嘛？所以我请教次长，如果我们要台大要打世界杯，你觉得你要多发多少钱进去？因为这个东西是钱才有办法堆叠出来的。新加坡为什么可以搞得那么快？不是他们特别好，他们花了重金礼聘所谓具有诺贝尔的部分里面，是不是？台大没有，我们台湾要做这样的事情吗？在场有65个。校长在，我们要想知道说你的高教政策到底是要拔尖还是要雨露均沾，这是决定到我们未来对于预算上面的一个质询，预算的那个监控。次长你觉得呢？是，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两难，就是刚刚委员提到我们现在999亿高教经费，就刚好等于北京清华一年的经费而已，所以事实上北京清华这几年一直排名窜升，台湾的大学也有进步，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嘛？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做法，就是说在几个顶尖的中心，我们还是会给予一些协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刚刚也看到，其实每一个人才对台湾来讲，人才红利越来越消失。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的主力还是要回归到人才的培育，包括基层的人才培育可能还是重点。那国际杯的部分，我们就只能择优给予这个协助了。所以呢，你说择优来做一个协助的话，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的经费，以目前世界排名这个比率来去看的话，其实你要打世界杯，你除了你花费多的钱压缩到其他国立大学钱，否则你是很困难。所以大家也不要再期待台大或是成大、台成、清交这些学校能够在我们的学术评比上是如何嘛？这好像也符合教育部的一个准则，每个人都说要打破这个东西，让大家能够不分，这是我们未来的高教上的一个政策吗？没有，就是我们还是跟台湾一样，我们毕竟不能放弃我们参加奥运的机会，所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项目，我们当然还是要争取。包括说我们现在有几个项目已经进到全世界前50大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支持。所以呢，这个经费的部分呢，继续还会可能有这样的 M 型的部分。我想这是我们目前为止，我同意子弹不够，你很难打到一个部分。我想最后我还是要给大学教授多一分钟就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请问。这个部分我们先不要看嘛，两万 K 的这个部分在国际处里面，这个网站已经撤下来了。我们先看下面一个，来，我先请部长一下，这个部分里面呢，某一个国立大学里面，你看临床经验要5年以上的，具有护士的这个证照，哎，部长，你认为他的薪水该多少？跟子弹。委员报告，这个一个是物质啊，成大已经撤下了。我了解嘛，因为所以那也是因为，所以舆论压力还是有嘛。我现在只要说嘛，你看29000块要聘一个临床经验、教学医院里面有5年经验的、具有护理执照，这合理吗？成大的部分里面，他一年拿国家35亿，要么不是20K， 要么就是29。这个部分里面真的远远低于市场所得，就成我刚刚所提到的学术，它基本上所代表的是一个对于往后的清新学子，它是一个态度问题。你所给予这些年轻学生的一个薪水，也是一个态度问题。如果政府它如果说不是带头在这做的话，你让我们这些清新学子如何来信任我们的学术？
这个部分里面务必在学校的聘人机构，在学校聘，特别是聘这些年轻学子的部分里面，请教育部务必要达到这个监督的责任，可不可以？谢谢委员。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态度问题，谢谢。我们接着请苏巧慧委员。主席好，主席，我想请何卓飞何署长。何署长，委员好。署长好，署长你应该也知道，有心理准备，今天应该是焦点呐、哦、署长，现在距离我们奥运已经闭幕三个月了，正式好好的来检讨我们体育政策的时候，所以我今天想先在这里请教署长，署长。你觉得我们这样纷纷扰扰这些体育最近发生的问题和风波，最有问题的是哪里？这四个单位、主管机关、法规制度、协会和选手，讲白一点啦，这四个项目谁的问题最大？就请你给我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想可能署长不要占我的时间，四个问题哪一个最大？你就说一个问题嘛，说一个。法规制度，法规制度，你觉得是法规制度？那法规制度谁管的？你管的耶，你应该要提出修正。是，署长，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到现在还没有选主管机关。我认为最应该、最有问题的，其实就是主管机关。部长，我可以请部长上台吗？委员好，部长。我想哦，如果给你同样问一个问题，来，你现在如果是部长的话，刚刚署长认为最大的是法规制度，那您认为呢？我跟委员报告哈，确实在各个面向里面，主管机关本来就是不管法规制度，或对选手对等等的部分呢、啊，我们是应该负最大的组织。我正是这样认为，因为从这个奥运之后，我们看到体育界所有的问题都被揭露出来，展现在国人的面前哦。从总统、行政院长一直到部长到署长，甚至各位官员，都在的拍胸脯保证要做体育改革。可是到现在，我们看到动起来了吗？如果真的动起来，就不会发生我们的排球国手一样写了一个万年书退出国家队这样的事情。那我认为呢，其实种种的问题很多都是在协会，可是部长、署长，署内真的没有办法对协会有任何办法吗？其实我们要做真的事情手段很多啊，光是刚刚署长您提到的法规，我们有多少方式？署长您可以回答吗？我们是既有的法规有多少种？您可以回答吗？还是部长可以回答？是，跟委员报告，确实目前从里约奥运后，那么有若干的这些选手啦或协会运作等等的问题，那也逐一的浮现，所以也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彻底的去检讨，包含像国体法，包含像这个团体的辅导监督的机制，我想这一部分包含也成立了这个整个申诉的机制，当然未来整个仲裁会在国体法里面呢、啊、来落实。部长，我其实啊，我刚刚的问题很简单，既有的法规我们就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只是过去不做而已，所以我才会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主管机关。你看看，依照既有的，在不用修法的状况下，我们既有的就已经有社会团体财务处理办法，可以来要求协会的财务公开，也有国民体育法明文的规定，我们部内就是主管机关，再来，甚至我们可以用人民团体法来警告、撤销其决议、停止其业务。所以其实手段很多，更不用谈到预算，最重要的钱，也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去补助协会，我们在补助的时候，这不是我们的义务哎，我们补助甚至也可以有附带决议啊。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做了什么，我似乎都没有看到。我们哦还可以强力查核协会，而且体育署因为今天是在做预算的询答，所以我就是要从这里来跟你讨论，我们体育署每年花了200万元请台湾评鉴协会做出来的这个评鉴有任何的效力吗？我认为如果有的话，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了。但我看到的是今年的预算依旧编了这个200万，所以呢，
你这样子下去，希望大家 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体育署主计处自己下去查，一共也只查了四个协会。那这种速度，我们要怎么期待你呢？我们是期待你这样的速度要改革到什么时候？你是在等大家风波过了之后，这件事情又云淡风轻没有了吗？所以我认为署长，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就你主管的业务提出更多的说明，让我们看到你的决心，我相信这次体育所的预算大家都会质疑啊。这是我第一个部分啊，署长请回啊，我现在还会有其他的问题想要继续询问部长，谢谢署长啊，请你认真提出报告以待下次的预算哦。部长，我接着今天确实就是预算的询答，所以我就是要请教部长在编列预算时候的种种态度。我看到第一个，我们先从主管预算当中来看，您这个主管预算当中这一次编列条幅最大的、预算增幅最大的，我看到的是我们的青年署。青年署这一次一共增加了9000多万元，但是呢，这其中我也看到他的委办经费就增加了6000多万元，占了总经费的近40%，比去年多了60%。好，我这里就想请问了，你的预算增加这么多，但却全部都委办出去。可是我看到这个青年署去年机关里面人员55人，今年也还是55人，所以是我们的事项，主管事项增加许多吗？和去年有不同吗？不然为什么今年增加这么多钱，但大部分都是委办？我想要请部长、请署长给个说明，请部长哈，请部长您给个说明，为什么是委办提高费用这么多？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原来确实，算是如果说以调这个预算增加幅度是高，但青年署原来的这个预算的规模人员没有增加，是事务增加吗？他只有4亿了哈，后来再增加到这9000多万，我也要跟委员报告，在之前的这个整个教育部的业务报告，我也自己特别看到，青年的相关的这些政策各方面呢、是应该给予重视。部长，对，尤其这一次在增加的这个预算的额度里面呢、相当多是跟青年未来在职涯发展跟就业有，我们刚刚有听到我们的台东专科大学校长陈校长已经就这个问题提出极力的呼吁，本席也非常赞成，本席一向关心高教的创新转型和我们的技职教育人才培育，所以我并不反对青年署增加预算，但今天既然是询答，我就希望在这里提出我们的问题，我希望在未来这段时间之内，在预算真的审预算之前，部内可以提出说明。本席并不反对，我其实没有对委办有支持或反对，因为它有正反，如果是正向的，那是公司来合作，公司部门的合作，如果事情做得好，这也没问题，但是反过来这也欠缺了对部内人员训练的机会，所以本席要的是一个说明，因为我们接着就要审预算了，我觉得这是部内的态度，这是对青年署的部分。再来，我也想请问部长，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拨付学生就学贷款信用保证基金这个部分呢，相较于去年增加了非常高额的预算，增加了26.99亿。是。好，可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这是在部内本部的预算，部内本部预算今年度一共增加了74亿，那么有27亿就用在了这个就学的贷款信保基金上面。我回过头去查哦，这个次长可能也都知道，我回过头去查，依照教育部和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契约书，它其实是到今年的6月底，教育部就已经应该要专款提拨43亿元了哦。已经要提拨，可是过往这几年全部每年都只提拨2000万啊，所以才会造成今年有一个这么大30亿的缺口。好，部长，一样是请教您的态度，今天是询答预算的询答，所以请教您的态度，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今年一口气提高了27亿元？其实我们今年教育部预算的增加是希望能够让教育的各个面向可以雨露均沾，可以来这个发展下去，但我们一口气提高了27亿再补这个洞，这样合理吗？未来也会这样做吗？是，跟委员报告哈，这部分应该说法定应付而未付，那这一次也因为有增加0.5%的这个教育经费编列管理法的这个机会哈，那因此呢，我想在这一次在预算，我们把主要的
政策新的计划做了这样的一个编列之后啊，那么也觉得这笔钱不可能长期用这个积欠的这个方式了，所以我也在，所以你等于是增加的预算里面有一笔剩余的钱，干脆把这个洞补起来。短期间哦是应该要偿还，那但这个也对于未来学生贷款的权益的维护了。那我想请问，那你未来也会这样逐年提拨，是每年一样是回到过去瓜牛般的脚步，两千万两千万编，还是每年都会到位的去补足呢？你的态度是什么？跟委员报告，因为今年是我刚才特别提到有增列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未来它本身也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高的额度啦，尤其像今年这样的一个摊还了之后、啊、但是部长，我想要请你就这个数字追究下去。你要知道，如果我们会动用到这笔经费，那表示是有学生还不出就学贷款。那请你看看这个数字哦，我们现在高达43亿元，是这个人数和金额不断增加，所以呢，我们到今年的6月底止，未到期案件就是还有1832亿的欠款啦，但是其中的呆账已经到9亿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一样是依据教育部提供的资料，它是如果用每学期这个学生如果每学期贷款6万多元的话，那么8个学期就表示他未来毕业以后每年每个月要还5000多块。部长，请问一个大学毕业生出去以后每个月还5000多块，你觉得是适当还是太沉重？是跟委员报告，这当然对刚刚我们现在的起薪就只有这样哦。是，确实是，所以在相关对应的措施里面也这次行政院也共同跨部会啊去降低这个利率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延长从一年可以摊还到增加到5年哈，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当然是考量到学生刚出校门后的负担的问题。其实现在一个月还5000，他的年限是8年，8年让他还完。那么如果8年还不能把这笔钱还完，你觉得我们这样这个学历找到的工作符合吗？是一个适当的状况吗？这个就是所谓的青年低薪化。所以刚刚这么今天这么多高教的校长，这么多国立大学校长坐在这里，还有专科学校坐在这里，所以我真的认为我们的教育到了不改不行的状况。其实从这个数字预算编列是部长下个礼拜最重要的重头戏，但是长远来看，其实一样是回到人才培育，我们的系所有没有对应到现在的产业，能够让学生出去以后是装备好武器，我甚至不用说别的，我有钱可以还我的就学贷款，不就是这个问题吗？是，谢谢委员指教。我想在新的年度包含107，我们高教生根计划其实着重点也正是在往刚才委员所指教的这个方向，所以包含未来区域大学在地实践联盟的这种概念，也希望在大学老师的研发的过程，就是带着孩子带着学生啊，能够跟产企做这种实际经验的累积，也比较希望能够去创造他们更好的这种就业的条件跟就业的环境。部长，这个方向本席非常的支持，我相信教文会包括连招委都非常的支持啊。是，所以我希望的是脚步能够更快，并且刚刚提到的种种问题，希望能够在预算真正开始审查之前，能够提供更多的资料，让本席做充分的考虑。谢谢部长。谢谢委员，感谢。我们接着请黄国书委员。好，谢谢主席。请潘部长、李燕仪师长、台大杨校长。委员好，部长好。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出现论文抄袭、造假的风波啊。那最近当然又有风波了，但是我们想要了解，那教育部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啊？11月17、19的新闻里头，李燕仪师长跟台大杨校长其实都有说明了，那你们说法是，未来的硕博士开始写论文前都需要接受学术伦理课程跟认证，这你们的说法。那也就是说，你们对这最近的这些事件，你们认为都是研究生的错啊？
我想问一下杨校长，这一次你的论文挂名出包了，你觉得作为一个论文的挂名者，你有觉得这个事件你有没有相关的责任？发生这个事件，谢谢委员。这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但是身为共同作者，共同作者的职责，我是本人并没有涉及任何的造假。好，但是指导教授在指导学生相关，其实是所有的研究人员，不是只有学生、老师，还有所有的研究人员都需要接受训练。了解，他们有他们的责任。我想了解一下，校长，那你的责任是什么？我是因为这种是跨领域、跨团队的合作，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甚至跨国，所以各位共同作者是负责自己的部分。好，所以在你的说法里头，你认为没有必然的责任？我们已经成立委员会，那这委员会会独立运作，会针对所有的质疑去。那我问一下校长，你还有多少挂名的论文？我是通讯作者的论文，你是说总共是啊？你还有多少挂名的论文？还有多少？除了郭明良教授以外，你还有多少？我论文是相当的多，因为相当多。好，对，了解。那我大概知道杨校长你的态度了哈。我问一下潘部长，你认为这一次的事件会不会是最后的一次造假的事件？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不管教育或学术研究，求真求实，这是基本态度。哎，好了，那当然对。這樣我跟你说，部长，李彦宜司长，如果整个教育部没有彻底的改变的话，论文造假的风波不会是最后一件，以后还是层出不穷，因为还有非常多的教授，他们会铤而走险。为什么？为了生存啊！他一定要量产这么多的论文啊！他没有办法啊，被抓到就被抓到了，有太多没被抓到的。我宁愿冒着被抓到的风险照样造假，为什么？因为我要生存。这不有看到这个问题吗？好，我们检讨一下过去这十年来我们的高教政策，我们整体的高教政策都在做什么事情？量产论文，所有的标准衡量全部都是在看量产的论文。我们的教授在学校里头最主要的工作要教学要研究，通通不见了，教学不重要了。每个教授都在生产论文，量化论文。好，在五年五百亿之前，我们看2002年到2006啊，我们的 SCI 有7万多笔啊，影响数2.8。到了2014，我们的论文数增加到13万多。这个 impact factor 到了 4.8 增加了7成。好，这么多的论文为了要生产这么大量的篇数，我怎么办？生产不出来造假。所以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过去这十年来的高教的成果，只有一个字，就这个字，假。不要以为只有台大杨校长这个事件被检举了，还有太多没有被发现的都在造假。他们为什么要造假？这制度使然嘛。教育部目前的制度就是这个样子啊，轻教学重论文，那论文还用量来做一个标准。好，我们生产了这么多论文，我想要问一下，我们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翻倍吗？没有。我们的大学排名有提升吗？有没有？李彦宜司长你最清楚了，对不对？我们把所有的大学的补助生等研究经费全部都绑在 SCI、SSCI 的论文的篇数上，而且科技部还把这些论文的影响系数当成自己的 KPI， 都在搞这些东西啊。好，这些学者铤而走险开始造假论文，默许团队去造假论文。好，我们台湾的高教还要继续这个样子吗？你知道
为了要谋得一个大学的教职，他必须量产论文，得到教职的要保住工作，要升等，还要量产论文，得到学术荣誉的，像台大校长这么声望这么从容的，还是得量产论文。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要往上交代，就是为了要往上交代啦，为了跟教育部交代啊，为了抢夺更多的补助款啊。你生产那么多论文，难道真的是为了我们台湾的下一代吗？好，这个都是教育部的造假文化了，十年来都这样子弄。好，这个造假的文化，这个造假的文化到了教育部的眼中变成什么？顶尖典范卓越。你们用什么标准叫造假？全部都在造假。好，不只是在研究端啊，在造假，我们的行政端更是惨不忍睹啊。我们教育部啊，过去这十年来的顶大计划、焦灼计划、典范科技，为了要竞争这些补助，各个学校啊，每一年你知道要聘用多少的人力写那些没有用的计划，花那么多的行政人员，就是为了要抢夺这些计划的经费。好，我们设计了非常多的 KPI， 我想要问一下，我们还有图书馆的阅读率，我们每个学校都发生导师带着班上的学生到图书馆去秒借秒还，这样子呢，为了扩充那一个借阅率啊，然后经费拿来鼓励学生参加借书比赛灌水的 KPI， 然后各类的教材教具的制作、评鉴的系统、资讯的系统、经费核销、培训课程一大堆，这些跟整个教学跟高教品质提升完全没有关系，做了一大堆那些事情，就为了要抢夺教育部的补助款。所有的学校为了抢夺教育部的补助款，完全无心教学了，都是在搞这些事情。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教育部，你碰到目前的这样子的状况，过去在旧政府在我们就点出了，我们把十年的计划挡下来了，那新的计划呢？新的计划我们还要再继续这样延续下去吗？是，谢谢委员指教，我跟委员报告哈，确实，如果学术跟研究有产生造假，这是万万不可，也不值得原谅。但这些年高教我们很多学者从事研究所产生出来的正面的这部分，我想我们也不应该给予否定，也应该，我想在有关整个后续高教的整个政策的检讨，也正诚如我们教文会委员的关切，从过去这个三大的这个计划应该要重新的思考，所以我们也启动了这样的一个检讨。那么透过明年一年的桥接的计划，在107年所要启动的高教生根计划，也正是希望除了我们有重视相关的这些学术研究之外，更应该把重点还有我们的相关的政策引导资源是应用在学生的身上。我想这部分在后续的所提出的高教生根计划也会往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落实高教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资源的应用。好，我们未来要应用新的高教创新转型，现在教育部的政策具体的政策还没有出来，但是各界都在观望，各个学校现在都在揣摩上意啊。我想请高参大林校长有没有来？高参大之前的跟蓝带的合作高学费，我想问一下，教育部有没有去了解这个案子合作计划现在的成果为何？是跟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报名了？有多少人报名了？确实是有跟高参大也跟合作的这个蓝带学校有做了很多的讨论，我想详细是不是请校长这边把最新跟师生权益有关，可以再参与这方面的成效，简要的跟委员做个报告，好吗？好，我现在问一下校长，有多少人报名了？目前我们这一期的报名人数，多少人？我们这一期的报名人数，苦心的部分有12位，然后12位烘焙的部分有6位，6位18位。你们可以报名70个呢？
没有，我们预计七十个呢，结果报名只有十几个。没有，我们只有两个班，一个班是16位，好，所以招满的话也是32位。校内生还是校外生？都是针对校外生。校外生，好，对，都校外的。我不是说这个事情不能做，而是说这个事情有没有获得监督，有没有监督这个事情。你们校务基金刚好规避了监督，你们出资不到50%。好，我要问一下，在你们的合约里头，你们有没有提到啊？如果解约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解约，如果你现在经营不下去了，如果一直在亏损了，你怎么办？这个计划如果不推了，如果教育部也觉得高参大你这个案子不能再推了，你们要付多少的赔偿金？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你的合约里头没有相关解约的条款，但是如果以国际的商业惯例，人家蓝带跟你合作绝对是商业嘛，人家不是跟你当教学的，人家商业惯例就是以合约期限10年的净获利或是10年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你可能要赔偿2亿到20亿。请问高参大现在学校有多少校务基金？报告委员哦，非常感谢您的垂询，但是委员可以放心哦，我4月1号上任之后已经积极在处理这些事情。不，目前我只要告诉你，你现在有多少校务基金？我们大概校务基金有6亿多。你6亿多赔得起吗？事实上我想赔得起吗？以我们所以嘛，部长，这个学校根本没有那么能力签订这样子的合约，而且这个合约还没有办法受到立法院的监督。那以后如果高参大这个模式，是不是以后我们的高教的新的创新政策相关的衍生企业的发展也要比照这样的模式吗？是不是要这样的模式？我跟委员报告，之前委员在垂询有关高参大合作，教育部也确实跟学校有深入的去做研讨，包含当时所定的这些契约内容有应该进一步的再做修正，也确实修正回到不管权益对等还有对师生权益维护的这一部分，我详细的这部分再请学校再给委员这边详细的资料来参考。我是提醒你们，是提醒你们这个问题啊。另外，有关于体育署明年度的经费，我没有看到，我们运发基金已经修法通过了，明年会多3亿的预算，这3亿的预算有没有用在国外的学生球队的交流？我没有看到。我们的明年度的体育署的预算有增加了，可是多少是用在我们国家代表队的选手的相关的权益的补助？没有，没有。苏长，要不要跟委员报告一下？所以，跟我现在跟我们有那个新南向的部分，我们就有编了1000多万。另外，针对基层的校队的部分，我们增加了1亿4000多万。所以这些我们都有先在这次的预算来把它反映出来。啊，你运发基金增加了3亿。有用到吗？有编列这些预算吗？我们到预算的时候好好来审查，好不好？好，谢谢委员。部长，是不要再让教育部用这种造假的文化来带领我们高教的发展，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指教。这对我们高教品质一点提升都没有帮忙啊！教育绝对会以求真求实来处理任何教育上的问题。你不要步吴思华部长的后尘，好，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指教，我们来努力彻底去思考检讨，好不好？我们接着请张廖万坚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还是请一下部长。部长请。那个高教师的师长也一起好不好？委员好。好，委员，那个部长好。我想今天大家在谈这个论文造假跟抄袭的风波，那我们也看到现在我们教育部的回应啊，大概就是要加强学术伦理啊。那个，其实我们在检讨，我们一定要检讨啊。刚才很多委员也提到啊，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的论文啊，会发生连台大让我们觉得非常敬仰的学术殿堂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我要请问一下部长，你们检讨的结果有没有？你这样，你接任部长了，那你发生这个事情了，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委员报告。你简单的回答我，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整个高教政策，刚才那么多委员已经问你了，确实，在我们学术论文的这一部分呢、啊，当然有它的重要性哈，但可能在整个因为论文的生产、啊，论文的生产变成各学校评鉴国际排名很重要的指标，对不对？然后也变成教育部过去各种重要，包括顶大计划等等补助的依据，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部分也正是我们在这一次教育部还有我们教文会委员大家共同在听取各界意见对高教政策的未来。好，部长，是一个重点。你在教育圈这么多年了，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因为这样子，这十年来这样的一个顶大计划或者很多的焦灼计划等等典范计划等等，因为评鉴啊是很重要的补助的指标、啊、尤其是属于这个大学端顶大计划的部分，那个论文啊生产啊量产啊变成每一个学校评鉴很重要的指标。曾经有私立学校，你知不知道因为啊他要争取世界排名，要争取亚洲排名，要争取学术排名，所以他对新聘的教授聘约里面明定一定一年要交出几篇的论文，你知不知道有这个现象？是，我想这不只是台湾了，我想国际确实对大学的世界排名一直都有不是，我现在问你是说聘书里面哦加注这一条。聘约的部分，我想各校可能有他的差异。来，那个师长，你知不知道？你管理大学，或者说负责辅导大学等等，我们补助等等，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学校有这样子的一个条款，有这个所谓的论文量产条款？是，确实是有些学校它有要求。那聘约是属于学校跟老师个人的之间的一个。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这样的聘约，这样的聘约合不合理？我们会建议学校对有没有人跟教育部反映过？是有听到这样，但是没有正式提出一个反应。你们有没有去检视过这些十年下来的这些重要的大学的补助，包括顶大有多少大学的聘书，它那个比例逐年提高，要求教授一定要交一年要交几篇文这个论文？跟委员报告啊。对于老师，不管升等或是学校的教学评量，我们都是建议学校不要用单一量化的数据作为评量的依据，应该是多方面多元。那么如果有确实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来协助并且指导学校来更正。我想哦，我接你们哦，真的是因为过去的我们很多学校为了这个 SSI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评鉴哈，论文评鉴哈，就是论文的这个数量哦。它列入评鉴了很多，有这样子很不合理的一个现象，那也间接造成了，甚至直接造成了这些所谓啊，这个为了要量产这些论文，它会有很多质量不均呐，哦，就是量化但是没有质啊，所以造成很多我们讲难听一点，很多就是所谓的垃圾论文一堆，就是刚才黄委员也提到，我们这几年增加了非常多的数量的这个论文，那也造就了。所谓国际排名，有些私立学校他为了拿补助计划，那他真的排名上升了，可是事实上对于学术的水平提升到底有没有造成真正的影响，我觉得我们也没看到这十年真的有什么重大的水平，这是一个问题了。部长，你了解这个现象吗？你要不要去彻查一下？我想对有关学校应用在聘约上面的这些内容，我们再来做一个了解。你觉得这个到底合不合理、啊？是，你有没有回答我？我想对一位教育人员而言，他要帮忙，要更要负责的，不只是学术论文，还有很多。这个更重要是在我觉得对学生的教学上面，这个对专业的教授也不尊重了。这个只能用鼓励的了、嗯。他明定在聘书里面是强迫的。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算。我一直在问说这样子合不合理，你都不敢回答我，你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象？没有，我跟委员报告的是，对一位教育人员，尤其是学校的教师而言，我们所要求的面向绝对不是只有论文这一项。哦，那当然，所以我刚才才会提到，在后续的整个高教帮我们的评鉴，你要不要回答我？我问，就是说，如果你们认为聘书里面给教授、助理教授、给老师的聘书里面加注论文量产条款。是不合理的，是不适当的，那你们要不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要下要求不能这样子做？委员，我们来做深度了解哈，就是说学校所定到的这个项目，包含到具体，比如说是不是有一点很特定的，这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其实我想哈、哦，发生当然
发生这些啊违反学术伦理的事情，这个当然不是直接的原因，但事实上有很多学校确实是这样子哈。那我这个问题我就问到这里哈。我另外要问一下哈，部长，你知道我们教改已经20年了，这个问题相当的大。我们现在教育的现场，我们看到整个教育的环境有将近十万个流量老师，当然这几年有在减少，你们在努力。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大学生的学历，大学的比例在台湾已经将近1/4了啊，那个比例啊非常的高，已经不落后于先进国家的比例啊。那我们这些高学历却低薪的这些大学生，事实上也冲刺啊。好，教改经过了20年了，我们讲的将近10万个流浪老师，有将近1/4的大学毕业生，结果他是22K， 是高学历低薪资的一个现象。那所以我们之前推动教改很重要，李登辉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李远哲教授啊，李远哲教授最近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啊，就写了，就检讨教改到底成功或失败。当然，教改你认为你是第12任的教改以来第12任的部长，你认为过去的教改算成功还是失败？跟委员报告哈，我想教育本身它就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也有面对外在环境的快速改变。对啊，我想20年前大概没有人预测台湾的生源啊，孩子出生率会少到这么少哈。所以说，如果一定要用现在直接就批评我们，我想当然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进展，对，也有一些让我们必须要去改变的地方。我想其中还有第三个，我刚才提到的哈，第三个现象是整个技职体系的一个崩坏。好，部长。我问一下次长好了啦哈，那个师长请回座哈。那我请一下次长哈，你在技职教育里面算是非常的了解哈。当然我现在问你哈，我们的技职教育啊，我们过去啊这样大量的把专科学校或者这个过去的技专院校把它升格为科大，这个政策到底是对还是错？我个人从现在来看，当然是觉得不对。特别我们有一些是从高职就直接升上来，高职升技术，然后现在就变成科大。我曾经在咨询的时候说过，我们的高职生过去以我那个年代，升学的不到20%，大部分都去当完兵，工作当完兵之后回来再去训练二技三技。那他们让台湾的就业市场里面，尤其是技术能力啊，他很多快速的中阶技术人才很能符合业界的这个需求，能够补助。那经过了这20年，我们发现了，80%以上的高职生全部在升科大、升大学，这些科大找不到生源，所以拼命的要求这些高职生也都升大，甚至在我们农业为主的高职里面，他明明毕业生1800个人，可是我们的这个技职科类相当的这个科大，其实只录取了大概400人，大概20几%左右，可是他几乎。这一类的农业的这些学生啊，几乎80-90%都去考科大，没有错，学非所用啊。所以我们对未来人才需求现在在推估，也请他们在对接上面要做调整。我要提的哈，包括我们哈，我想那个部长也听一下哈，就是说我们高中有一个所谓技职的奥林匹克，一个国际2年办1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的入选的高中生非常可怜，非常优秀。我们去比赛，甚至都年年每次都是得奖。我们在去年在巴西啊，也是拿到总奖牌数拿到第3名。可是呢，他们都在抱怨，他们说其实每次入选之后，心里就挣扎，到底要退出要接受，因为他们要经过非常漫长的一个训练，要花很多钱。那甚至呢，他自己呢，还有人他是自己半工半读，因为国家投入的资源不够哈。那我还看到我们省预算，我还看到我们那个市长，我们的高中的这个预算里面，其实我们是增加了7%多，但我们的技职高中技职的这部分的补助减少了2亿多。为什么会减少你知道吗？我们还是我们国教署的署长知道，来回答我。是跟委员报告，经费是技职二期再造是4年的计划，4年30亿，所以106年是最后一年，依照预算计划的编列是编列5亿元，那比105年的7亿是减少了2亿，但它是依照总经费，这2亿都是补助高级职校的设备教学设备更新、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啊新政府上来，我们不断在讨论技职教育一加提升，可是呢，我们从预算面却看到，因为计划的执行的尾端减少，然后没有新的计划衔接，然后让我们非常担忧。就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本来是属于技职体系的，他应该强调要实作的，结果我们就是配合，现在是升学啊，生源不够啊，所以就继续让他升。委员补充报告哈，因为当然这个计划分期计划它有一定的时间哦，但是我们也在重启，尤其是技术高中的部分的设备，我们要搭配107学年度的课纲所需要增加的经费，还有技职再造三期哈，我想对技职的资源，我想我们审预算的时候会再好好讨论了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还要再问一下，就是有关这个排协哈，那个你们请坐哈，那个署长哈。排协那个黄培宏，他退出国家队之后写的那个万言书啊，哦，我们看了实在是非常的心痛。一个排球的国手有办法写10000个字啊，他字字真的是非常的心酸啊。于是我们就去了解我们的国训中心里面的运科到底对这些运科中心到底对这些选手他们的需求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实际上，我们过去有和这个国科会哦，那现在我告诉你们了哈，我看到那个数字，我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担心了哈。我们的这个运科国训中心里面运科中心有31位啊，其中还有14位啊是属于科技部的专案，包括我们的运动防护员。我们运动防护员11个人里面，竟然呢有好几位，将近一半。都是属于科技部的研究计划的资源。那我们31个运科中心里面，在做运动科学资源的40%以上，都是这种临时性的，甚至还有10几位是替代役的。这么高比例的来做运动科学来支援，你觉得这些国手他难道他真的不会心酸吗？真的会心酸啊！是，所以我们现在有请那个国训中心哈。也针对这个部分在检讨处理，他们自己有一个规妥善的规划。对不起，再给我一分钟。好，我想这个运科中心的问题，我们在预算里面也会再谈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编制的状况，里面同工不同酬，你们编制内的运动防护员每年的预算是100万，你们用科技部编列的运动防护员每个月3万多，那个是有相当的差距啊，也造成选手。心理的不平啊，我想这个种种很多问题啊，我们从预算里面也会再讨论了哈。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很充分的来跟部长再就这个体育署的预算哈。我想这个我们在审预算一定会再来讨论哈。也希望你们提供的资料能够尽量完整哈。谢谢。好，谢谢委员哈，我们来做一些准备哈。谢谢。我们在541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现在请。吴志扬委员，10+2。主席有请部长跟体育署和署长。委员好。好，部长、署长，这个月11月25号，就这个礼拜五。在台中我们会开打亚洲冬季棒球联盟，那这一次是扩大了，日本职棒就派了2个队伍来，加上韩国队，加上欧洲的联队，加上中华职棒联队跟中华培训队，这个也是帮我们国家的队伍做训练，总共6个，那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这个冬季联盟。11月25号这天，我诚挚的邀请部长跟署长可以来我们开幕赛，给我们指导啊。这个是也谢谢体育署对这件赛事的一些支持啊。那这一次另外我要特别讲，除了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比赛以外，日本跟韩国这一次也会在他们的本国内转播这个比赛。换句话说，这个冬季联盟经过几年的处理以后，已经变成亚洲甚至世界各地在各个球季结束以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也得到了很大的效果，算是帮我们台湾的棒球界争取国际的这个曝光度、能见度
以及相互交流的一个曝光能力啊。那在此谢谢哈。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蔡英文总统在8月24号啊，在8月24号他曾经讲过棒球的三支箭啊，记得吧哈？我们那时候还讨论过。那个时候我觉得绝对奇怪，他接见的是基层的三级棒球的获胜的选手，但是他的三支棒球箭，棒球的三支箭好像主要都是跟职棒有关啊。那8月24号那时候，当然我们很欢迎总统对职棒关心啊，我想由他来呼吁，因为各界也会比较重视啊。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分析了一下啊，就是这三支箭都不错。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倒过来射，就是从第三支先射，然后第二支，然后第一支就水到渠成啊。那今天是要审你们的预算，我请问部长跟署长，针对蔡总统的这三支箭，部里面跟体育署您到底完成了哪些？然后这三支箭怎么反映在你们明年的相关预算的编列上？我请署长来跟委员报告一下。是，谢谢委员哈。我想第三支箭的部分，我们委托这个国立台体大，好来做这个整个全国棒球场馆的总调查。那目前呢，我想对针对这个职棒和国际赛的部分的这个场馆的这个结果呢，大概年底会出来。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他们的研究结果做后续性的这些场馆的品质的改善。我问你问。署长，是这个应该已经其中报告那些都经过了吧？有其中报告，所以你应该知道。请问一下，我最基本跟我职棒最直接关系的，请问有哪一些是职业棒球级的球场？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说会以那个主场的那个意识啊，那的方向来处理。当然，这个如果棒球的它的主场地的部分呢，我们希望说。未来如果是六队，我们希望在六都或者用什么方式来对，做相关的规划。你报告马上要出来，你现在没有出席吗？六，请问我有六支球队的时候是哪六个主场？是，目前他们提的这个报告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案。我们看一下现有的哈，你看这是台南球场，现在统一师的主场。台南球场这是网友。PO 上去的，我想这当时也很讽刺。那天下大雨，这个是外野的看台上积水非常深，因为当天就取消了比赛，所以在那边等的球迷干脆就跳下去游泳，他这个叫做外野泳池啊，外野泳池。当然这个是自我解嘲了，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职棒要怎么进步呢？我们的球团。要怎么样来经营，怎么样来继续认养，他要花多少的经费，我们的球迷还会愿意花钱进去看球吗？还有我们的球员这么棒的球技，在这样子的球场比赛，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球技吗？我想你这第一支第三支箭啊，我认为的第一支箭，这个是马上编预算，马上修改，马上可以看的成效。你现在居然说讲不出哪六个是这个报告里面的主场，那显然你明年的预算也没有编列喽。有没有编？是，我跟委员报告哈，确实刚刚署长也特别提到，这第一支跟第委员提到的第一跟第三支箭是很相关的。这个改善球场的这个计划，对，那因为之前也特别拜托我们台体大林校长哈团队，对，已经进行一年多了，盘整哈，当时的起程也希望在这个年底能够把这部分提出来。那我想提出来来确认呢，因为未来如果以职棒队我们说达到比如六队的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我们希望能够支持这些主场的部分也能够同步来。那我想在明年如果这个出来之后，我们相关的需要的这个规划设施啊，可以先行的来提啊。我想委员也知道哈，当时台湾周棒啊，预算要编到后年去了，是不是？这个我想我们看看他所提出来的。这拖太久了啦！你第一支箭就要增加球队，你六个球场都弄不出来，现有的四个球场已经有一个像游泳池一样了，那你一直喊说要增加第五队、第六队，怎么增加嘛？第二件事情。刚倒过来第二支箭啊，其实
蔡总统有抓到要点，就是健全职棒二军制度啊。我们谢谢体育署之前从代训时代就一直有做配合啊，但是因为从103年大家看到好像景区职棒好像回春了啊，以这个理由就停掉了，停掉了非常非常可惜啊。署长记不记得我们跟很多委员一起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帮你支持帮你争取，就是运动彩券的盈余啊，剩下那个10%也完全啊用在运动上面啊。这个10%大概有多少？3亿。三亿，请你用一部分来支持我们的二军啊。现在今年的冬季棒球联盟，你看已经有6队要比1个多月，你想开销是多大啊？因为这个的转播虽然是有宣传效果，但是基本上要收到什么权利金是不太容易啊，所以又是有6队住吃住各方面啊，1个多月的比赛啊，我们谢谢体育署给我们做补助。署长，你可以承诺，现在看起来在你的体育发展基金里面的大水库里面没有讲出明年，你可不可以承诺明年的冬季联盟继续至少比照今年的方式来补助？基本上我们有强棒计划嘛，棒球振兴计划，这是一个延续性的啦，所以明年度本来我们还是就是照今年度。好，谢谢署长。这个是东盟啊，那署长你不要把东盟跟二军的补助混在一起啊。东盟是为光是为了这个比赛就已经，其实中华职棒办这个其实是相当亏钱的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好不容易把这个基础打好，我们会继续办下去啊，希望体育署给我们最基本的支持。二军的补助，我希望那时候我记得问署长，署长也很阿莎利的，其实就是说我把你这个10%恢复，你至少拿一部分出来恢复我们过去曾经对二军的补助啊，有什么呢？包括对主办这些二军的例行赛事的职棒联盟啊，你过去在98、99、100、101啊这几年，每年是有300万啊，其实是很不够了，因为有总共也要将近150场的比赛啊，所有的这些开销啊。那另外这个300万啊，署长是不是继续给我们恢复我们对我们联盟的补助？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当然就是以这个培训选手的这个培训经费为主了，就所以我们那个过去就是会明年度会结合整个四大运的培训，所以参赛这个冬季联盟，以这个国训啊，还有我们这个选手怎样就让他们参与这个冬季联盟。那另外职棒二军的部分呢，这是比较长久计划，你不要忘记这是蔡英文总统的2支箭，你这一支箭你没有任何配套，你讲不过去吧？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对二军的部分，它牵涉到我们棒球选手的整个职涯发展，还有整个选手在未来整个他生涯之中让他的这个技术能够更精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本来就是也有在规划如何的让他们参与这些赛会能够精进。这个署长，我要你承诺，除了冬季联盟以外，你对二军，我们要恢复过去对职棒联盟在主办的二军例行赛事每年300万的这些费用，还有就是过去借由这个兵役问题去补助啊，各球团收这个有兵役问题，用这个名义去补助这个培训，这个大概1年啊，这所有的球队加起来也有一个数字。署长，你先承诺，我们会提一个计划，我们会整理4个。哎，还没有啊。我们会整理4个球队啊，他们训练培训的计划啊，我们会提一个完整计划给署长。署长是不是可以承诺对二军的补助啊，来恢复到我们过去至少98、99、100、101那个时候振兴棒球计划那个时候的水准？原本我们过去是有这么处理，当然这个计划我们还是必须依照程序来审。我再讲一遍，这是蔡英文的2支箭，是你这支箭射都不想射，
还是射不出去？我们会针对这个联盟所提的计划来。好，谢谢。回到第一支箭哈，第一支箭是比较画靶式的啦，就是说他说要增加球队，当然是增加球队啦。后来我看一下，蔡英文总统是说要请行政院研议企业参与意愿提升的相关措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么久的时间，我也在总咨询跟教育文化委员会提出很多的咨询，请问现在这些措施是朝哪些方向？是税负的抵减，还是本席已经有提案的这个特别扣除额？是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个是跨部会在研商了啊，张景森政委也积极在处理，但现在目前确实还没有完全的定案下来哈，但是会朝向希望有这样的诱因可以让企业来参与的目标是不会变，只是方式上确实还没有定案。这本席提的特别扣除额有没有在考虑范围内？我想几个都是在研商的哈，因为、什么时候会决定？这个在我想行政院的提发会我们会把它来充分的讨论。之前张政委已经跟我们财政部啦，还有教育部有做过一些跨部会的会商。嘿，今天是询答啊。在处理预算的时候，我看不出你对蔡总统的三支箭有具体的作为的话，我们会非常严格的审查你的预算，体育运动发展基金，还有就是体育署相关的经费，这个已经讲很久了，这三支箭也很明确，我们的诉求也很明确，一定要有个交代。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我们接着请吴思耀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我们的潘部长。那我另外邀请台湾图书馆的郑馆长。委员好。馆长可能没有想到今天会被点到哈。好，部长，我们所有教育部的同仁，还有今天列席的所有的校长们，大家辛苦了。今天讲预算，我手上有钞票，预算就是钱 ，money。部长，台湾有一栋建筑，唯一45年六度登上我们的纸钞新台币，是哪一栋建筑物？那是中山楼吗？中山楼，我泄题了嘛，对不对？就在我背后，没有错，而且是国人最常使用的100元百元钞。我们到现在的几种面额的钞票里头，唯一以建筑，应该是唯二以建筑式样珍贵的文化资产登上新台币的是，一个是总统府，是200元面额的，而中山楼是100元，国人最常使用。今天我跟您探讨中山楼的活化再利用，因为它在本席的选区，在北投的山上，它是珍贵的文化资产，它是珍贵的环境资产，但是这几年来它却沦为大家都推拖拉的一个烫手山芋，但是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人见人爱的文化瑰宝。下一页，这个是中山楼整个园区的远眺，非常奇怪，园区这么大，但是我们就分了三个单位在管。教育部管的就是中山楼的主体建筑，而内政部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管理的是整个园区里头除了中山楼之外的建筑群，包括介寿堂，包括园讲堂，包括这个国建馆等等，还有那些生态。另外在我们的园区一进去停车场的附近还有一小块是新北市政府在管的，他们在营运的，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新建在硫磺口的大型建筑，我们委托最伟大的女性建筑师修泽兰修复的，可是我们在主管机关里头大家都互相把它当烫手山芋的推来推去。我先问一下郑馆长，台湾图书馆管理中山楼的营运多久了？在101年5月20号是暂管，那么
教育部主改102年1月1号正式接管。所以从你当初，反正大概就是5、6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好，请问台湾图书馆您现在所在位置在哪里？在中和4号公园。在中和，部长，一个在中和设立，在中和办公基地，在中和的台湾图书馆来管远在天边的阳明山中山楼，是不是怪怪的？是不是鞭长莫及啊？是我跟委员有一样的疑惑，因为原来的中山楼是有国父纪念馆，因为这个跟国父纪念馆还是有一个一致性的关系。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解惑，来，等一下让您一并回复。下一页，50年的历史风华，上周我们才在中山楼举办了中山楼的50年的风华，纪念修泽兰女士，纪念我们当初由蒋介石先生为了庆祝国父百年诞辰而筹备的，他有非常珍贵的一个历史沿革。下一页，50年的历史，他更见证了过去总统直选之前，国民大会选举总统，还有7次宪法的修正都在这里，包括本席。20年前，我就在国民大会担任民进党党团的研究助理，我也在那里服务过一段时间。1997年最大一个幅度的台湾的宪法的修正案，所以他有非常珍贵的场所精神，见证了民主改革，甚至他在这里多次的举办了青年国事会议，这也是一个场所的转型正义，让代表台湾民主世代的年轻人可以到这里来开年轻人的国事会议，非常珍贵的一个历史沿革。下一页，这就是您刚刚试图要回应的，中山楼这么珍贵的文化瑰宝，却一再转手，最后花落了教育部，最后花落了远在中和的台湾图书馆。部长，您刚刚试图解释的是，早期从总统府主管，到转到台北市政府主管，到国父纪念馆，最后又给教育部，你们又派给曾经派给中央图书馆的台湾分馆，最后又给在中和的台湾图书馆。您刚试图回应这个很怪诞的转手的历程是吧？您也觉得定位非常的奇怪，活化使用非常的奇怪吧？是因为国父纪念馆跟中山楼，其实它在整个设立的关系紧密度上应该是比较一致的哦。那当时国父纪念馆在主改的过程归由文化部来主管，但却留下中山楼只归给台湾，所以当初国父纪念馆改给文化部的时候，并没有把中山楼一并移给文化部，就继续把孩子留在你身上，让你，我觉得中山楼就是一路流浪啊，像流浪猫狗一样，非常的可怜。好，无论如何，现在就在教育部的手上，就在台湾图书馆管理的这个期间，下一页。可是你们也不爱他啦，爹不疼娘不爱的中山楼，他继续命运多舛下去啊。连教育部都不想自己管了，想要 OT， 想要让民间来管，不是不行，但是我们要停看听，珍贵的文化资产一再轻易的 OT 出去，是对的政策吗？在台湾山也 OT， 壁也 OT， 连珍贵的中山楼也要 OT， 就因为教育部下面的台湾图书馆没有能力经营好，我们要停看听。下一页。中山楼确实这几年的营运每况愈下，从2008年还有近50000人次来参访，到2015年只剩25000，平均每个月只有2100人能够进到中山楼，平均每天只有70人进到中山楼，珍贵的文化资产、环境教育的园区没有人气，非常的可惜。下一页，惨淡的经营。没有人气，当然就连年赤字。台湾图书馆每年我们补助了，应该编列了3000多万给中山楼。以2016年它的预算数是3377万，但是每年都赤字，都亏损，都有100万、200万左右的亏损，不能怪他。本席从来不以观光客的人数，或者是营运赚钱赔钱来看。对于这个文化资产的营运方向，我不用数字来解读，但是我们确实看到
他这样子的一个惨淡经营，以至于你们考虑要 OT 出去，以至于你们考虑把烫手山芋交出去，把烂摊推出去。本席岂其以为不可啊？下一页，下一页。OT 是良方吗？我看到你们前几天的 OT 公听会，谢谢你们扩大了公民参与的讨论，但是我相信参与的部会长官一定都听到人民的反对的声音，人民的质疑的声音。目前你们教育部的 OT 规划是讲得很好听，希望它能够强化主题展览，让它能够强化文史导览、宪政教育。你们希望把它打造成艺文研习的展所，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只是你们自己做的不到位啊。包括你们为了要结合会展推广国际的 MICE 新据点，会展产业的新据点，不是不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做了呀。你们要引进特色的餐饮，你们要引进文创的精品，这本席就大大有意见了。我上礼拜质询文化部长，同样的场域，台湾的文创园区最后都是商业化，都是餐厅，都是咖啡馆，它已经背离了我们扶植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结、人才培育的政策目标，而居然我们教育部主管的中山楼也要轻易的 OT 出去，我看到的目标又是一个文创为主的园区，有没有搞错啊？下一页，我看到你们的四大服务机能一样商业化，就是为了引进人潮。下一页，我看到你们要引进的要做文史怀旧的深度旅游，现在难道不可以做吗？你们要强化它作为一个绿色生态乐活消费的园区，现在不可以做吗？ OT 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下一页，前驱之见，内政部主管的中山楼前方的整个大园区范围比我们大，他管了五六个历史建筑，他 OT 结果被打脸了，因为在国民阳明山的国家公园保护区里头，国家公园的范围内是不得有任何促餐的新增案件。那我不晓得教育部现在为什么可以，而且当初内政部在研议的时候，也并没有当初被打脸的很主要的一个理由，也是认为要把中山楼跟周边的一并来思考一个园区，而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切割一块切割一块的这样子的 OT 方式。所以 anyway 总结就是，内政部的 OT 案被打脸夭折了，现在研议由财政部来接管。下一页，停看厅，这么多珍贵的文化资产，事权不统一，各唱各的调，应该整合。所以没有整合之前，教育部轻率的单一把中山楼委出去是对的吗？下一页，我再问一次部长，鞭长莫及的台湾图书馆适合管这个场所吗？甚至教育部适合管这个场所吗？也可以移交其他部会内阁总体来做思考，不是吗？下一页，您一并回应。而就算是教育部，你认为责任我扛，这个瑰宝我来守护，很好，你有这个 guts。但事实上 ，OT 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看了你们全部的预算里头，社教机构的基金相对是充裕的。我们社教基金下面的六个管所，其实就可以活化你们要做的串联所有社教机构全台湾由南到北的大博物馆计划，纳入中山楼，提升它的位阶，在社教基金里头跟台湾图书馆平起平坐，这也是一个选项。下一页，而也是一个机会，现在内政部管的介寿堂也好，国建馆也好，所有的文化资产都破败了，没有人在处理，没有人在维护。你们如果想要来处理中山楼的未来长远的定位，此其实也。我们甚至可以有更大的背榜，教育部全部来管也可以啊。下一页，瑰宝或烂摊，一念之间。我们每天都会用的100块，部长，你每天掏出它来用的时候，思考一下它的定位。OT 出去好，或是台图续管好，或是提升它的位阶，在社教机构的基金里头让它提高位阶，或是你认为移交给其他部会。最后一页，对不起，我再1分钟就好。我要求长期的发展，
中山楼的活化再利用案应该与整体园区的长远定位、保存发展合并思考，而且为了有利国家整体资源的有效利用，你要寻求行政院的支持来研议各个部会谁来管比较好，考虑是释出给其他部会，或是我教育部继续管，而且我可以扩大管。短期的检讨，台湾博物馆、台湾图书馆鞭长莫及，现在的活化使用的状况是不行的，应该检讨提升。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善用社教基金的那个 base， 你们现在有一笔1.5亿的要做一个大博物馆计划，可以纳入。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要求，这些问题没有盘点清楚之前 ，OT 案暂缓 ，OT 案停看厅 ，OT 案我们扩大民间的多元对话。部长您一并回应好吗？好，谢谢委员哈。刚刚委员提到最后，确实现在目前中山楼的营运啊，郑馆长刚才特别提到，这是在还评估哈，包含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几个面向啊，我们一定纳进。那至于长城的发展哈，这个、我想我再跟文化部郑部长沟通一下哈。啊，你现在就把它不，我想沟通你花落要转给文化部就对了。有一段时间服务在文化界，我一直发现我是很赞同大文化部也是一个选项，确实我同意的一个看待一个资产。所以你比较喜欢文化部，你不喜欢交给内政部就对了。不，我应该这么说。现在的国父纪念馆其实是应该跟中山楼是一体的。好，哦、这两个本来就是连体婴嘛，怎么可能去把它？好，很好，部长，不管文化部、不管内政部或是教育部续管，就去扩大内阁的统一的对话。真的不要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见树不见林。珍贵的文化资产是瑰宝，我们一起来守护。后续我们再讨论审议预算的时候，谢谢部长。好，谢谢委员，谢谢。本席建议交给总统府，只怕他不敢要而已。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来，各位请就坐，各位请就坐，好不好？来，各位请就坐，好吗？对啊，如果继续站在联谊的，我就请他上来报告，好吗？好吧。好，各位请就坐，好吧？好。钟嘉宾说：“这个校长在一起比小学生还要热情啊。”好，我们现在请钟嘉宾委员10+2哦。主席、在堂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各位我们所敬重的大学校长、在场会场的工作伙伴以及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啊，大家午安。那么有请部长。因为校长太多了，请哪位都不方便。钟委员好，部长好。听说了，林百里啊，广达林百里董事长呢，曾经回台大他的母校啊，提醒我们大学校长要注意两种学生，一种是每年都拿书卷奖的，他说这种学生呢，很可能出去很短的时间拿了博士，回来就到你的母校任教，你选校长还要靠他一票。那第二种呢，就是那种呢常常翘课考不及格，可是在外面呢社团活动搞得很好的，这种呢要小心，因为他未来可能赚了大钱，会捐一所 building 给自己的母校。部长有没有听过这个笑话？我不晓得在场的杨校长听不听过哈，但是我过去呢在台大也没有拿过书院奖，也没有在外面赚很多钱，我只有为了主张校园民主啊，在学校组织非法游行被记了一次过。不过呢，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今天也站在这个机会。但是我们是向前看，不再回溯历史哈。今天我的题目呢，还在问新南向，因为呢，我们蔡英文总统提到，我们新南向政策以人为本，这当中人才的培育跟交流是非常的重要。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04年境外生有高达110,000人。那么透过教育，我们要问两个问题：到底透过我们台湾的优质教育，是吸引了哪些人来台湾接受教育？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选择来台湾留学？部长有想法吗？我们要吸引哪些人来台湾留学？还有他们为什么来台湾留学？是跟委员报告哈，我想对于教育哈，那人才培育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台湾跟国际直接问非常什么样的人会来，他们为什么来？我想对台湾的高教或技职教育啊，有这方面期待的学生啊，应该是来自一啦。再来一个是我们主动希望培养啊，尤其像现在新南向有很多国家，部长，答案就在你前面的电脑萤幕上。对，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我们在座的大学校长，一个原因，因为生源短缺，大家向东南亚去招生，为的是国学校可以继续经营。但是我是觉得部长毕竟不是校长，您要负责是国家的人才培育。我们要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哪两个国家？第一个，对手国他缺乏什么人才，那为他所用的人才，我们帮他培养，为了这个原因招他来。第二个是对我国有助益的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为我国所用，一种是对我国友善。像过去早年台湾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回学成归国之后，很多都是在场的大学校长，都是当部长，都是国家的精英，都是为国家领导大政方针的人。如果对美国友善，台湾的政策就对美国友善，或者说就留在美国成为他们的高阶的专业的人才。所以透过高等教育的留学，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两种人，也要帮对方培育这样的人，培育对他们有用的人。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么我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帮各位大学校长看一下，我这样讲的人口中位数，还有呢当时的 GDP， 菲律宾现在人口中位数是23.2岁，相当于民国70年的台湾。当年呢，台湾的人均 GDP 还比现在的菲律宾低，但是你看现在的越南人，他的人口中位数是29.6岁，相当于民国85年的台湾，而当时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到达13,000多美元，而现在的泰国，他的人口中位数是37.2岁，相当于民国99年的台湾，但是台湾在99年的人均 GDP 已经高达将近20,000美元，而我们看到所羡慕的日本，他比我们老化。他是46.5岁，台湾是40.6岁，预估台湾在115年会到达这个高龄化的程度，到时候我们有多少人均 GDP 不知道。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我以特别以越南为例，越南目前的人口中位数显示他这个国家需要什么？需要什么？
菲律宾非常需要教育，越南非常需要的是医疗，台湾在民国84年实施全民健保，我们靠的是我们的人均 GDP 有一定的收入。那因此我们看我们这些南东协的这些南向国家，因着它的人口的结构，因着它的国民所得，我们要去思考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可以在这边大胆的说，目前的东南亚需要的就是目前我们台湾高等教育跟技职教育非常娴熟培养的各种专业人才以及医疗人才。接下来我要请你看一下，在这些东协的国家当中，大部分的贫富差距非常大，他们的所得金字塔非常的尖，台湾相对贫富差距少，照理造成一个现象，以泰国的最有钱的人来讲，他觉得台湾的高消费啊没什么，很便宜。但是台湾的底层的中低所得者呢，我们看泰国的平民消费也觉得泰国便宜，这样一个相对贫富差距不同的国民所得造成的一个落差，创造了一些产业。我来跟部长介绍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刚好在泰皇国丧的期间去访问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他们刚好举行毕业典礼，这位美丽的泰国毕业生，你看他穿的军服，不是军服，他们公务员的军的装，公务员的正式服装就是这样。他大学刚毕业就考上了泰国的高阶文官。朱拉隆功大学是以泰王拉玛五世所命名的大学，他是专门为他们的国家的精英家庭培养未来的统治阶级。但是你看朱拉隆功大学的学生餐厅，毕业典礼当天很多家长去用餐，一顿午餐折合台币20元。我要说的就是说，朱拉隆功大学他里面收的学生都是泰国精英家庭最高所得的学生，但是他的学生的生活费却是非常相对台湾非常便宜。这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来往下看，精英家庭他们往往在泰国为例，他会有将近300所国际学校，他的目的从幼儿园进去全英语的教学环境，希望在高中的时候就有托福600分的水准，要送到欧美的名校去留学。但是如果没有争取到欧美的名校留学呢，他也会留在本国优良一流大学的国际部继续接受全英语教学的这样的课程。大家想过了没有？我们来看下一张。目前呢有个 AP 制度，就是大学预修国际文凭，让高中生进入大学前的选修制度，可以让高中生衔接大学课程，折抵大学学分，缩短在大学的修业年限，同时可以训练他的学术技能。这个有一个美国大学理事会的组织，他专门办理考试，也对课程师资教材都经过认证。我去泰国那边很多的国际学校都强调他们有 AP 制度，为什么？因为家长既然希望送孩子去留学，当然希望说在他的国际学校的时间能够和 AP 取得他孩子进入名校的竞争力，同时也缩减未来送到欧美在那边的修业年限。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国际学校的竞争力就看他的先修课程的师资，这也是为什么泰国家庭愿意付高额学费让他的子女去念的原因。我们来看看台湾好了，来，我们来看台湾有什么优点。我要讲的华语测验是我们国家推动的，在2005年成立，它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学生或者说他要来台湾念书呢，要对他要华测，但是很可惜的他并没有达到 AP 的程度。换言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泰国怎么看 AP 制度呢。如果说今天我们能够教育部帮忙去推动以 AP 的标准设置这样的华语，也就是说如果泰国的留学生要来台湾念研究所的话，他可能可以因为他在国际部他在国际学校念的华语具有 AP 的学分，可以折抵台湾的大学学分，缩短在台湾的留学年限。你想想看，这对泰国的学生来台湾留学有没有吸引力？更何况他如果在泰国的国际学校就修了华语的 AP， 他更强化他来台湾留学的意念。我们继续来看，在2008年泰国的公私立高等校院他开办英语或华语的教学国际课程有这么多。再继续看，在泰国呢，他在2002年到2014年的高等教育长程发展计划，他把汉语教学也放在他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战略规划当中。所以我这边有几个诉求，我是觉得说今天教育部啊，我们要辅导我们这些国立大学，我们的国立大学很多都是有国际竞争力的，我们想看看我们不要只是在国内竞争我们有限的越来越少的这些高中毕业生，应该放眼到国际，把东协这些国家这些精英家庭本来要送到欧美留学的，我们透过大学设国际学部，用全英语的教学吸引他们在台湾念大学。泰国的国际学部是大学部的一般学部的3倍学费，对这些精英家庭来讲不算什么，
台湾的教育啊，在我们看来很贵，对不对？还有学贷，对他们今天来讲不算什么。他们要的就是说，怎么样融入到跟泰国原来这个留学取向的学制去衔接。那么如果说，如果我们在台湾呢，我们教育部去帮忙把这个华语变成一个 AP， 我们也协助国内各大学成立国际部，未来台湾的学子在本国的大学就会有一个准国际留学的环境，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精英的一流的留学生，当他没有选择欧美，选择台湾的大学的时候，他在他的母国就有华语认证的 AP 可以来修习，来到台湾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有国际竞争力跟视野。请问部长，愿不愿意共同来推动，除了在大学开设以全英语授课的国际部之外，也设法来帮我们创建一个华语的 AP 制度，你觉得怎么样？是，谢谢钟委员。那确实在目前新南向我们的人才培育政策当中啊，那么也特别希望能够考量不只是全英语的这个概念，因为从这几个月包括我们城政次啊，也多次的召开跟在地的这些国家。请问一下，目前的华语测验是谁哪个学校在负责？台师大嘛，台师大有没有到达 AP 的国际认证？还没有嘛。所以部长，你只要回答我一句话就好，告诉我马上要求台师大或另外一个学校赶快的将我们的华语测验提升到一个 AP 的认证，可不可以？是，我想这部分我们可以跟台师大来共同研商，因为未来还是要请台师大校长来问一下他要不要做这件事。校长，你在座位上说我愿意也可以。好了，我们节省时间，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方向。我希望呢，第二个啊，部长愿意吗？来来来来来，这个校长。其实在国内的大学入学就已经把华语文就那个 TOP 的认证已经当作他的先修的一个认证的指标。我只问一个，今天曼谷的国际学校，他如果要把他训练出来的学生申请来台湾留学，那边的华语课程可不可以抵我们这边 AP？ 可不可以抵？只要经过测验通过就可以。不是测验通过，他在学校休息的老师要必须经过认证，课程必须经过认证，学分必须经过认证，所以他来台湾留学的时候，他的大一国文就不用修了。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们当然愿意做啊。好，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宝贵哦，要拜托主席哦，争取跟美女同等的待遇一半的时间哦，多一点点。接下来呢，我来询问一下体育交流哦。其实在新南向的部分，除了学术跟教育的交流之外呢，我们要考量到大学或我们学校的交流是全面性的，不是只有念书的学生交流，爱运动的学生也可以交流。所以东协有哪些球类，部长知道吗？东协国家比较盛行的球类，我所了解足球是很盛行的，足球、排球、桌球、羽球这些项目在全世界以亚洲地区呢擅长跟流行。那其中的排球跟足球尤其是团体运动，桌球跟羽球是个人项目，前面这两项很适合学校来推动。所以我希望教育部啊，我们体育署啊，应该呢从实的在我们的国民在学校体育当中呢加强这两项的一个训练跟栽培。处长有没有什么计划？来，请处长。是，谢谢委员。基本上我们新南向在体育的部分也有一个专案的计划在进行。那当然这个委员特别提到我们这个足球发展中心的长治国中的部分呢，我们有去看过场地。那在足球的发展，我想确实屏东的天气是非常好的，从南进的这个基地的话也是。处长，我跟你补充一下哈，我们的国中球队啊都跟越南的移工啊在踢足球啊，他们的技术呢坦白说不是我们国家代表队。我要强调的是说，未来台湾不只是透过学术交流，要透过体育外交。体育外交你要常常办比赛，邀请人家来这边比赛，也送人家去那边比赛。经过体育的交流，我们需要的是场地，需要的是设备。我希望部长能够支持在南部，在热带的气候的地区新建一个南部区域国家级的足球运动中心、训练中心。部长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跟委员报告，那体育我们会列为新南向的重大政策。那至于在南部相关的体育设施是不是容许，我们来评估一下。好，那就拜托部长，谢谢署长，谢谢赵大伟，谢谢。谢谢帅哥啊，比照美女是吧？接着请蒋乃馨委员10+2。主席有请部长。部长请。蒋委员好。部长好。
我想最近这几天的事情啊，我相信部长一定也非常的关心哈。是。我想上个礼拜呢，在我们教育委员会，那时候是科技部长来到我们教育委员会来报告，好，也谈到这个论文的问题。那科技部长当时就讲说，论文造假的事件呢，好，古今中外都有，好，而且是人性的问题。现在是人性的问题，部长，到底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我跟委员报告，那么对于有关论文的这部分，我想在制度面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检视了。那至于属于个人或个别团队的部分呢，我想是有它不同的情况。那你觉得制度面大不大？我想因为过往这些年国际在整个高教的各项的评比啊，确实有某种取向引导向比较学术 paper 的这方面来作为一个基点绩效，我想这部分当然有它的指标价值，可是呢，对于大学的发展，它不是唯一的。所以制度的问题大于人性的问题，还是人性的问题大于制度的问题？我想委员这个比较难直接用这样，只是政策制度啊，这是国家政府应该来面对跟检讨的。好，我想基本上来讲，我感觉到制度的问题大于人性的问题。我们现在。你想想看，一个教授他要经过评鉴，他要有论文的篇数，今天前段的学校他要申请顶大，中段的学校教学卓越，哪一个不要跟论文有关系，哪一个跟论文的篇数没有关系，都是有关联的。包括教授的评鉴跟论文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教授的升等跟论文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产学合作有没有关系？也有关系。这些都造成了目前所发生的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的教授他有时间去做研究？有多少的教授他有时间去写论文？那在这种情况下，难怪科技部长讲古今中外都有，好像一点都不稀奇。可是如果站在教育部的立场上来讲，因为你是全国最高的教育主管机关，如何针对论文的问题，我们教育部有没有立刻把解决制度上的问题来舒缓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会再继续造成这些问题？是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么确实，目前从过去十年，我们在高教的几个重大的政策，那也因应这个大家的关注跟整个在做后续的检讨哈。那对这部分，我想在整个学术论文发表还有质跟量的这方面呢，我想我们会透过一些政策面的。这方面的一些检讨跟新的一些政策的引导哈，比如像现在在谈产学研的这样的合作的相关的这个机制像在大学能够跟在地产企业啊做实践联盟的这些机制啊，其实相当程度它不再只是纯粹的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的问题，它必须是真正能够去引导学生跟老师啊是参与。相关的产企业，我想这些政策面的讨论也代表着教育部啊，后续在整个预算资源的分配跟应用上面呢、会来做这方面的努力。当然，对部长，你就讲到一个重点，预算的分配、资源的分配，以目前来讲，是以论文为主，论文写的越多，国际期刊写的越多，获得资源越多嘛。就大家都拼命要选论文嘛。那说实在的，因为还有论文跟科技部要申请研究，我们也听到过嘛。同样的一本论文过不了，找一个有名望的教授挂一个名，内容都没有变，过了。这种现象要怎么解决？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些做研究
非常内行，可是你要他发表论文，他没有时间，或者是他有问题，那他要不要去挂？当然要挂啊。那会写论文的，拿了研究的结果，当然要把研究的人摆上去嘛。这也是一种现象啊。所以很多的政策会造成这种状况。我们教育部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确确实实的检讨，而不是一个伦理的办公室。交到办公室就可以解决了吗？不可能的啦。你看前任部长都下台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啊。怎么样子？真的，我就觉得教育部，你真的应该好好的针对所有的现象，好好的检讨一下的。真的，今天在座的大学校长都在，哪一个大学校长敢保证他学校的老师的升等的论文或者研究的论文都是没有问题的？有没有哪一个校长敢保证？敢保证的请举个手，好不好？没有人呢、啊。所以这个现象教育部真的应该要重视。我也听说过有一个大学，我也不要讲哪一个大学，跟国外的一些有名的教授，甚至诺贝尔提名的教授，然后来合作，请他挂名上国际期刊，然后这个学校的排名就可以往上跑。部长，你有没有听到过？我相信你一定听到过，而且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是哪个大学。在学术界大家都知道，在大学是学校当中大家都知道，可是行之有年啊。这些教授有到学校来吗？有真的指导论文吗？有真的看到内容的问题吗？没有啊，就是签个名挂个名，有他们的背书就不一样了。所以部长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真正在制度面上面好好的解决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教育部应该要面对的问题啊。是，我虽然部长刚刚你讲到说我要解决，要解决什么时候可以解决，怎么解决？大学150几所大学根本就超过了嘛，那资源就这么一点点少，大家要抢资源靠的是什么？就是论文嘛，就是论文的篇数嘛。老师要升等也不要靠论文吗？要嘛，评鉴也要论文嘛，学校评鉴、老师评鉴都要靠论文嘛。所以部长，真的教育部真的要好好的彻底花点时间定下一个目标来处理来解决。部长，你什么时候你可以定下目标，定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谢谢委员。我想跟委员报告，确实目前我们在对整个几个高教过往10年这些政策目前也在做这方面的检讨。那107年我想整个高教的相关的政策跟资源的应用啊，会是一个很明确的来跟大会还有跟校长们来做这方面的提出跟了解。那刚刚我也特别关切，然后现在教育部也在检讨相关的评鉴，包含多元的升等应该要再进一步的去落实，不是只是唯一依赖我们的学术的 paper 的这种方向。我想目前在这一方面呢，其实是可以再来扩大，我想跟我们学校来共同的去处理，也尽量弱化只是学术论文来影响所有的这些老师的角色或整个校务。因为整个教育部终究还是特别会去提到未来整个高教或各级学校学生才是真正受教育的主体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研究除了对产企业的贡献之外，应该还要回馈到学生的学习上面。我想这才是教育部在整个政策引导上面的一个重点。部长，前2个月媒体另外还有报道，是就是很多的学生他的论文也是帮人家写，也是请人家代写的，一篇论文12万。说实在的，我
这几天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我今天早上呢，我就上网去查查看看，这个到底状况是怎么样子。不然我现在放一下给你看看，好不好？这个，你上了网随便找一下，就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标准四万起跳，啊，这个进阶的6万，高阶的8万，还有套餐。我们再看下面一张，这也是一样啊，一个字多少钱？一个字多少钱？我们再看下面一张，这个呢，你看它的网站还跟教育部的网站连接在一起，你看到没有？左下角教育部的网站，上他的网站直接点就可以进教育部的网站。我们再看下面一张，这些种种的都是一样啊，而且你可以看到不晓得有多少家了。我们再放下面一张，再最后一张，还有可以反侦测的，有没有抄袭，他还可以帮你用数位去帮你查一下看看。最后一张，你看看，这随便都是，你只要上网不要点进去，随便都是。所以今天的论文的问题啊，除了教授之外还有学生的问题，真的部长要好好检讨一下了，要怎么来处理了。这些东西都不是新闻的，都是旧闻的，常常发生，常常有，讲完就算了。我觉得部长教育部应该要真正有决心，把这有关论文的问题好好的处理一下，制度面的问题制度面来改善，人性的问题人性面怎么来处理，你不能是光只把它变成一个人性的问题而不考虑到制度问题。所以这个部长真的，我希望部长能够真正的有一套解决的问题、改善的问题办法。希望站在我们在审预算之前呢，能够给我们了解一下、看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委员的提醒跟指教。我教育部这部分呢、我想对制度面、政策面呢，我现在也跟委员报告。那至于对于论文的这种我们说违背伦理或求真求死的这部分呢，我想教育部内部也会来在这上面呢做一个检讨。当然还是在一个大的前提了，学术跟研究确实是一个重要，对整个社会对人类还是有重大贡献。只是在这个防弊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也不要去过度的去限缩学术自由跟研究的这种长期把人类带往进步的这个方向，所以我想教育部会来横着。好，谢谢委员，谢谢。我们接着请许志杰委员。哦，主席大家好，我们请部长。部长请。委员好。部长好，先问部长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哈。这个 Formosa 是什么意思？没有，就称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他应该是当时西班牙、葡萄牙称台湾为 Formosa 嘛，对不对？就是意思是美丽之岛嘛。是。好，那我们看下一张哈。如果我在比赛的时候挂 Formosa， 你觉得恰当吗？这个当然在各种的场合，他们有一些规范，但是我想台湾用Formosa 的这个称呼，我们是引以为傲的一个称呼。对啊，我们已经很客气的引以为傲了，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们台湾，在我们的世界杯的足球赛的资格赛，啊，挂着我们 Formosa 这样子一个标语，你觉得恰当吗？我觉得这个部分来适当的去表达这个，因为在台湾。在台湾的这个场地上面去做比赛了，我想这个部分，来被去做一些所谓违反什么，我想这个部分是不适当的。我先问部长，你觉得恰不恰当？你觉得不适不适合？你觉得该不该挂？没有，当然，对于哪什么人去把这个标语放上去，这个我比较不了解了哈。但是放上这样的，在一个台湾的场地比赛里面，我认为无可厚非。那部长是赞成哦？是。好，
那赞成。现在发生一件事情，足协被罚$4,000，亚足协说我们这样子是政治性标语，所以跟我们要罚$4,000。你觉得我们教育部应该用什么立场？我想我们会支持协会这边来申诉，因为不是，当然足协他开罚是他提出了这个请求啦，但对教育部体育署，我们会来支持足协应该要尽力来。所以我想问一下，是若开罚确定，全部给足协负责吃笔罚款吗？因为还在，我们会强烈的提出抗议跟申诉啊。还是这是体育署长的职责，我不清楚。这是无所谓。跟委员报告，这是我们主管机关应该要来共同跟团体这边来共同去争取的。所以部长是赞成第三点，我们必须全力申诉，是捍卫到底。那如果申诉的结果还是要罚款，你觉得这一笔款应该是足协来罚，还是教育部可以来代缴？跟委员报告，我想教育部跟足协会全力的来，因为这个是一个例子啦，如果我们轻易的就接受，我想这个对以后我们的相关团体在尤其在台湾举办的各项赛会，我想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格局应该是我站在教育部长的立场，我认为在台湾的世界杯足球赛资格赛，我今天有类似相关的国际性的比赛，我在台湾挂佛摩萨有什么不行？我应该要捍卫，对不对？是。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教育部长，我应该捍卫；我今天如果是体育署长，我要捍卫；我今天足协，我也希望能够捍卫。今天如果这个罚款到最后是足协自己罚，你知道后果吗？足协一定告诉他所有的球迷，以后你不可以哦。因为我要承担，我为了爱国，我要承担背后这样子一个罚款，那我当然一定是从消费者，一定从足球迷，一定要求所有的我们台湾球迷要进场的，你要挂佛摩萨，通通不行嘛。如果你交给足协去负责的话，所以这个是有关于国格的问题。我认为目前体育署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申诉嘛，对不对？但是申诉之后罚钱谁罚？你们自己罚嘛，对不对？跟委员报告，就像这里所说的，我们全力支持申诉，捍卫到底了。所以现在我们还在进行。这一点，第一点立场没有问题，全力支持申诉，捍卫到底。这个我们给体育署教育部肯定，捍卫到底的结果，如果是照样要罚钱，那这个钱体育署跟教育部有没有可能来负责这一笔款项？这个经费的部分，我想我们会来研议的。基本上就是说，它的资用是不是符合相关的规定或规范？找嘛，或者是我们会这个是协助。我觉得哈，部长，你觉得我们只是协助吗？还是我愿意承担，我愿意负责？是，难道都用沟通的吗？我就是只能沟通，我是只能帮助你申诉，到后最后的结果，那是照常是罚钱，这领导的代志事后，和我无关系。部长，你觉得你愿不愿意承担？我想刚才已经跟委员报告过，我想在我们的在国家的场地里面呢、以这样的一个标示来呈现，那么受到这个，我想教育部跟体育署会站在跟足协是同样坚定的立场，这个申诉跟抗议到底。针对这件事情，后面的这些结果啊，我想我们视结果后来做后续的研处，好不好？教育部跟体育署就是爱做咱协会的靠山，是对台湾是一个爱国的表现，你就是勇敢表现，我做你的靠山。我如果跟你切割，以后罚的钱都是你自己足协负责哈，以后这种佛摩萨这种标语绝对看不到，你相不相信？
所以这个不是让一个族血来负担，这是一个国家来负担的事。这里还有一张图哈，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办，当时呢，西班牙有一个省叫做加洛隆尼亚省，他们得了冠军，结果他们是拿着这个旗子。他们拿了这个旗子，全场绕场说他们要独立。坦白讲，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那我们也没有像他们那样了。但是他这个动作到最后没有开罚，你知道吗？现在是看我们台湾比较小，所以这件事我觉得，我希望说部长、署长有没有表态？足协我也很多意见，我一直在要求他改善，但是呢，这件事情我认为足协是做对了，咱够有不爱停伊。是，这点保定你最高。我想这个立场就如刚才跟委员报告的，是非常清楚哈。教育部跟体育署一定是为这个事情啊，非常坚定的立场来支持协助足协啊，对这个后面申诉上的陈述。因为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讲。我教育部愿意承担了，协助跟承担是不一样的。如果什么事情只是协助，我头都讲啊，协助到最后一样是罚款，罚款就是足协恁家己负责啊，就像国无赛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国格的问题，这个今天我教育部长应该是说我愿意承担，为台湾承担这个事情，部长你做得到吗？是，我想刚才一再表达，也正是这个态度跟立场。正是这个态度了哈，正是承担这个态度没有错哈。好 ，OK。好，那另外一件，今天很多大学校长都在这里，我想部长是不是跟大学校长讲一下，就是将来产业贡献奥斯卡金像奖，这个需要各大学一起来帮忙努力协助的，教育部现在打算怎么做？是不是也让我们校长们知道一下？是，谢谢委员哈。我想委员之前一直在我们有关这个产研呐、啊，能够产生最好的连结哈。那对于这方面有贡献的这些我们相关的教育人员，我们会现在打算什么时候办这个活动？这个详细的规划进程，那个市长这边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来哈，我先讲啊，时间不多哈，跟各位校长报告，跟部长跟大家报告，为什么我一直要求教育部？要跟科技部，要跟经济部一起来办理产学贡献，好的，类似奥斯卡金像奖这样子。文化部，我们听到金曲奖，金曲奖，我们听到金钟奖，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表演、在唱歌有水准的。我们听到奥斯卡金像奖，我们知道他在电影、在演员、在各方面他是有水准的。我们今天希望教育部能够主导，跟科技部、跟经济部来主导这个案子，而且要把它做大，做大到就是每一次我们听到你是得到教育部得到了办理的这一个类似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在全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哎，这是一个至高、非常高的荣誉。咱希望讲大学校长能够帮助我们里面的教授。我给他告诉他们说论文一直下一直下很辛苦了，但是我们希望说如果有一半以上的教授他除了写论文之外他能够投入我们产业界、不管是工业商业农业渔业等等所有的产业界，只要我们大学里面有一半以上的教授投入产业界，你看这对台湾会有多少的力量，这对台湾、会有多大的帮助。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希望说将来、可以到达的理想。这个事情他们说我在教育部说三年了啦、过去的教育部没做那也就算了，因为以前教育部长跟我们理念有一点不合嘛、那现在呢我们希望说新政府小英政府你在五加二产业、在新南向，在除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之外，你能够跟其他各国、都有一个、经贸有一个互动，所以呢，我们的产业的提升是台湾一个将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好，所以我们希望说，所有的大学的教授，
如果能够有更多更多投入我们的产业界协助，我相信这么多的人才一定能够让台湾的经济，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有所提升。好，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哈。好，所以呢，部长是不是我们教育部有这个决心，也在这边跟我们所有校长讲一下，那将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是，好，谢谢委员哈，长期关注。那么当然，我想在五二零之后，教育部对整个高教啊，包含产学研的合作，还有未来大学在我们区域里面，希望能够对产学的这方面投入跟贡献，这些在整个我相信未来会有非常多的我们大学里面的学者专家哈，老师们会带着学生加入。那这个如果在后续里面有杰出贡献者，就如刚才委员所提到，我们三个部会会以这方面的高规格的方面啊，对这些杰出贡献啊，以类似这个金像奖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啊，来做未来的表彰。好，这个当然要大学来投入。最后只是希望部长给我一个时间啊，就是我们不要拖招委的时间，部长只要给我时间，我们就把时间还给招委。好，是，之前我有请司长把目前规划有跟时间什么时候可以？第一就是格局要大啊，第二啊，就是各大学一起来努力，影响力才会深。第三，什么时候我可以看得到？好，跟招委报告哈，目前招先报告这边，目前我们所规划哈，目前在做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啊，那也希望在106年后能够把这些办理的方式。06年后是06年可以办，还是06年后就07年？正式表彰应该会在107了。107因为我们现在。我跟委员报告哈，现在我们几个重要的政策也都会在107开始啊，106年开始试推。那确实，这些是不是有杰出贡献的，也应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才有机会让这些投入的学者教授们把。106年底前办有没有办法？今年办一道，啊，你106年底，即马才105年尔呢，搁一年的筹备时间都无够。现在已经105年的月年底了。啊，对啊，所以106年底办来得及吗？我们也比较希望现在在106年所规划出的几项重大的政策当中啊，就是由我们的学者教授们所投入的啦。那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在107年来正式的颁奖哦，应该是比较适切的一个阶段。107年的年初颁奖，好，如果年初颁奖还可以接受了哈。好，最后就是谢谢部长哈，有这样子一个。决心要来办理，我们也希望说拜托所有的大学校长，我们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说哈，所有的教授投入产业界，对产业有贡献，另外呢是教授多元升等，也让教授多一个机会啊，这样子有一些实质的鼓励。好，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教育部跟科技部可以一起来努力，好，然后跟经济部可以一起来合办。好，所以在部长讲了107年初就可以有这个颁奖的活动。好，这个是所有的学校长也都听到了，那我们一起看啊，这讲话不能打狂语，要做到啊，好不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希望说有个好的成果，那也对台湾长期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一起努力哈。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就让拖洗干了，要来考，扣回来。行行行，好，是，好。我们在高级委员咨询完以后，我们休息15分钟给大家用餐哦。那我们现在请李立芬委员10+2。主席好，麻烦请部长。部长请。这样好像看不到。李委员好。部长好哈。部长，我们之前蔡总统有去参加北科大的校庆，那他有提到说要让技职成为主流。好，部长应该有在现场有听到吗？哈，哎，是，当天我也有参与。是，好，那其实我也认为我们的技职生对我们的整个产业创新的发展一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力哈。那可是在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在产业创新之外，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在推动，就是长照2.0。那我想请问部长，教育部在长照2.0这个部分，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谢谢委员，我跟委员报告哈。我想长照2.0需要人力跟人才哈来支持跟投入啊，才有办法让这个制度啊再往前的
继续的推动。对，那当然教育部因为非常多的我们学校啊所开设的这些长照科系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未来投入在长照 2.0 里面的重要的人力跟人才的来源。 是对，好，谢谢部长。确实我相信我们教育部最主要的角色应该就是长照人才的一个培训。好，那可是我目前看起来这样一个培训的一个工作是不是我们卫福部在主导的？因为他这边有提到说希望在106年能够培育长照公费生的制度上路，那他们第一年预计要培育的人数，部长你知道多少人吗？这个部分卫福部的部分我比较没那么熟悉，但是就目前我们大学校院有43个科系是在培养有关长照方面的这些学生。好，那部长我跟您说明一下，就是卫福部他们是想要推动公费的长照人才，所以他们一年要培训100位公费生，然后4年才400位。可是其实卫福部他自己提出来的人力的缺口是有4500人到12000人这么的多，所以其实以他们的力量要来做这样一个公费生的培训，真的是这个量真的是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一个人力的一个缺口。那刚刚部长您有提到说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在我们的学校相关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一些相关的学程，可是我现在想到说我们整个长照人力的这个的思考，我想要请教部长的是说我们在这个人力的培训我们到底是要放在高职还是技职还是大学？是我跟委员报告，因为长照所需要的人力卫福部在更做细致的规划，是这里面也却不是说所有的人力都是一样的专长训练或负责相同的工作。我想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的，那这样的人力需求不管是在我们说照顾的或有相关管理的等等的这些出来之后，再来看长照所需要的人力应该会是更全面。那目前我们104学年度长照科系在学的学生数就有12500多名，那实际上103学年度的毕业生大概是3000名左右，那现在就是进入职场的比例了。目前确实还要再加强，因为现在大概是43%的毕业的同学才投入，表示说我们所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力的这些毕业的人数，其实是相对来讲投入的比例还是不高。是的，那这个当然要讨论到是职场上的一些支持体系跟诱因。没错，那个部长，所以我这边有看到的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有27个科系嘛，然后招生的学生大概是将近54962人，那诚如刚刚部长讲的，就是投入的人大概只有到30%左右，而且都是做不久的。好，那其实我也把我们相关的老人照顾相关科系这些科系列出来，部长你觉得这些科系在培训的人才是要做哪一部分的工作？刚部长也提到说整个长照有不同专业的需求嘛，那这些的学校栽培出来的他应该是投入整个长照的人力的这个部分是哪一个部分？是目前委员所帮忙这个整理出来的这部分大部分都还可能在比较管理的层次的人才了。没错，都是比较偏重管理的人才。可是就我所知，其实目前长照缺的人才其实就是第一线的实际的照顾者。好，所以当我们在推这个部分，你就会发现跟我们的人力需求其实是不合的，是没有符合我们现在的人力需求。那其实我也看到就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南投县私立五育高中他们有设一个叫做照顾服务科，好，他们甚至在4月份的时候召开了记者会说他们跟太平的澄清医院还有南投医院等等的中部的8所医疗院所签订的教育合作协议，然后可以有见习，可以有课程的资源，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因为高职毕业他们就可以来投入第一线的一个服务照顾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不知道说部长您知道我们目前有哪些高中有这样一个照顾服务科吗？高中或高职？
委员，是不是我们可能整理一下？我再好，没关系，部长，我有帮你查，我有去我们那个部里面的那个高中职的那个科系去查，我觉得非常特别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在1996年，我们就核定高中职可以在所谓的家政群里面设置这样一个照护服务科，可是到目前为止，竟然就只有这个五育高中试办这样一个科，我就不知道说这个资料是不是正确，可是我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查到的是这个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部分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例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其实高中职的培育出来的人才其实是可以投入实际的照顾，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中职在这个照顾服务科的人的科系这么少？部长，你我不知道说你知不知道原因。是我跟委员报告，那么确实在原来的整个课程的规划，我们所谓的课纲大概并没有更早以前大概没有特别以这个为一个示范的这个内容。那当然现在我刚才跟委员特别提到，现在就是说长照的人力的需求跟他来扮演的这种照顾的角色或其他层面的健康维护啊等等的，这个其实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具体跟比较明确的分类。那有一些可能是在学校的，不管是高中职阶段啊，或是我们的大学阶段，那有一些可能不见得是完全透过学校体系来培养的。我想这个才比较能够呼应现在目前在长照现场老人家需要被照顾的这种人力的支持。我相信说，例如说护理科等等的也是都可以投入，只是说目前看起来我们在学校这一端确实在整个第一线的照顾的人力的一个培训其实是缺少的。那其实在整个长照推动当中，人力其实是最重要。例如说我们邻近的日本，其实他们也是很缺人力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日本政府他们也透过很多的一个方式在进行，包括说他们是透过短大的进修的课程，或是相关的一个进修的制度，加上公费的补助，然后让新的人力能够投入整个长照的照顾。那其实还有一个做法，我会觉得这是我们教育部可以来学习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以日本过去也是这样，台湾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子，可能就认为说我们投入长照工作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工作，没有光荣感。所以其实在日本，他们是从小学开始，他们就开始教育学生认识照顾工作，它是神圣的，它是专业的，然后来翻转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呢，现在日本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学生，他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投入了这样一个长照的工作。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教育部来思考，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职业可能被认识的还不多，以及他相关的就业环境还不是那么的好。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小的一个教育，让我们的学生就认识这样一个工作？是我跟委员分从两方面来做个说明。短期我们因为整个长照2.0的整个制度启动了，那确实有需要更多的人力来投入。那在这部分呢，我想我因为长期关注也了解，包含我们在一些保姆体系的培养，它其实也有一些是这个概念。对，那这部分我想在卫福部把这个整个人力需求做了细部的规划之后，我相信我们原来已经有40几所学校事实上都有这一方面的专业，在短期的培训上面或学时或学分的处理上面我相信我们教育部会跟学校来共同努力。那至于刚才委员提到的，我想不止在照顾了整个劳动教育价值的部分，这个其实是教育部在整个推动，包括我们说学生的职涯发展的前提，其实对劳动的价值的这部分是我们会投入的一个重点。因为从这上面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学生可以认识，而且未来可能也有可能愿意去投入这相关的工作。是，谢谢部长。其实我这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是可以跟我们的相关计划做结合的。例如说，我们是不是最近在推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们是要鼓励学生不用高中毕业就要去念大学。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透过短期的这样一个培训，让这些青年学子其实也可以先投入所谓的长期照顾，然后之后等他未来想要继续读书的时候，他就可以衔接到大学，衔接到所谓的管理的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说，其实目前我们的规划，我们应该让实务有工作的人接着才是往管理的位置来做，而不是就是
没有实务经验，然后就要去做管理。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希望我们教育部参考，然后也希望我们整个长照的工作，我们教育部绝对不要缺席。好，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新政府推的政策，包括新南向，我们教育部都有权力的一个经费相关的一个政策在配动，不在推动，可是在长照这个部分确实是比较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们教育部是不是更积极的跟我们卫福部针对这个照顾人力这个部分能够更完整的去做规划，然后有让更多的年轻人投入这样一个工作。好，谢谢委员刚的建议。我想就刚才也跟委员提到卫福部目前对人力的部分会是更细密的这样的规划，那教育部会在这上面呢、来一同的为整个长照 2.0 的人才人力培育啊来努力。是，好，谢谢部长。好，那接下来我要想请台大的杨校长。校长好。好，你好，委员好。刚刚可能有很多人问你问题，可是我们不是要问这个问题，我想请你先看一下一个时事题。这是校长，你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一回事吗？好，这个是在韩国最近发生的十万人抗议朴槿惠总统的照片。好，那我们知道说因为他的好友崔顺实所谓的闺蜜干涉他们的一个做那个政治这个部分，那崔顺实女士最近也被起诉。可是我要提这个部分，是因为整个事情的导火线其实是在今年的八月份，那个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因为他们学生抗议，他们的学校要新设一个科系，叫做未来人生大学的一个短期学程。那学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学程，它会变成缴钱买学位，好，所以引起很大的一个抗议，所以他们去占领学校的行政大楼五天。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引发，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崔顺实的女儿可能是一个特权进到学校去了哈，整个问题才被揭发出来。那校长，当我提到这样的情形，这样一个韩国的案例，我不知道说校长是不是知道我在谈我们台大的哪个学程呢？国际学院的学。对，好，因为我们国际学院的学程，我们目前好是在本国的学生的部分，我们是采集SAT 跟 ACT 的等的标准，没有进到我们整个相关的一个入学考试。那这样一个单独招生，我相信之前看到好像部长也不是很同意嘛，对不对？潘部长是不是？是，现在没有要单独招生，没有要单独招生，已经没有要单独招生，所以现在会用什么样方式来进行呢？甄选入学会跟我们现在甄选入学的方式，然后分发。好。谢谢校长，好，真的很高兴看到我们有这样一个改变，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教育不要变成一个富人的教育，我们应该让教育成为所有的儿少、所有的年轻学子都可以进去接受的一个教育。好，以上，谢谢，谢谢部长，谢谢校长。我们现在请何新存委员，不要给你紧张，紧张。招委有特权。谢谢陈招委主席那大家好，我们先请台大杨校长。校长请。校长好啊，校长，我刚刚有看到从网络上，你今天在不久之前，在我们立法院备询的这个时间点，又发表了一篇有关于这个郭这个副校长这个论文造假，你共同挂名的一个声明，对不对？你刚刚又发了一篇声明，有吗？有，是有声明稿，对。有声明稿，今天早上才发的，对不对？对。那今天早上发的时候，你正在这里质询，那请问一下，声明稿谁帮你？您稿谁帮您发的？还是你就在这个地方马上发出去？是，你稿是昨天你的。你稿是昨天你的，所以你今天早上来备询之前发稿的。
早上记者来的时候发出去的。所以刚刚早上记者来问你的时候，你又再次发了一个声明稿，对不对？那我现在要请教你，刚刚黄委员问你说，校长，您共同挂名的论文总共有几篇？我那时候看到你迟疑了一下下，完全没有回答，我可不可以再问一次？有一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去发生了这件事了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去想一下，你过去共同挂名的论文到底有哪些嘛？你总是要先去知道说过去跟谁挂名论文，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检视一下，还会不会有其他出包的论文嘛？对不对？你有去算了一下你共同挂名的论文有几篇吗？还没有，有一些很多是没有，因为很多嘛，对不对？竹凡不及被宰，竹凡不及被宰，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挂名到你连有几篇你都没有办法算给国人听，我只能说正面的来讲，你的学术地位崇高，您参与的研究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尊称你是学术界的巨人，所以你担任了台大的校长。如果用不同的观点来讲，是因为刚刚很多委员的批评，因为跟你共同挂名了之后呢，站在你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继续往前走。本来这一句话是为了我们学术研究要扎根，要能够进步，所以有这一句话的产生。但是现在在论文造假这么频繁的情况之下，这一句话好像是很多很多小咖的学者、小咖的教授，为了要研究经费，他必须跟你共同挂名，站在你学术巨人的肩膀上面，他才能有研究经费。这个是很多人的疑问，问号在这里。举例，跟郭明良共同挂名这四篇，你今天早上发表的声明，跟你上个礼拜五跟媒体讲的就不一样了哦。我真的是要再问你一次哦。我今天现在荧幕上显示的是你上个礼拜五跟媒体记者的说法。这四篇里面有一篇2008年已经完成刊物，其中有两篇近期完成刊物，有第四篇现在正向杂志社要求刊物中。这是你上个礼拜五的说法。那我刚刚 Google 一下你今天早上的发表的一个说法，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你的声明稿里面说，你共同挂名的这四篇，有一篇已经没有疑义了，有一篇2008年获得刊证后登出，有一篇呢也已经获得同意刊证了，然后呢有一篇正在刊证的程序当中。今天的声明的说法跟上个礼拜五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来，校长，我再给你时间机会再讲一次。好，那2006年的那一篇是2008年，它已经刊物已经登出了。那另外有一篇是2004年跟2006年，是2006年引用2004年的那一篇文章的一个图，没有引用出处，所以2004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2006年引用2004年的一篇图。所以这个引用错误，对不对？对，所以他是引用他自己登这个两篇文章都是登在同一个杂志，所以通讯作者是说他就跟这个杂志社说我是引用你原来在2004年的图。那校长，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下，引用图片错误会不会导致他的结果有问题？结果是没有问题，只是结果没有问题，所以没有涉嫌造假。你刚刚一直强调的，从上个礼拜到现在，你一直强调没有造假的问题。我自己参与的部分没有造假。你自己参与的部分没有造假，但是图片呢误用了、误植了。你现在都说在刊证，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你，为什么上个礼拜五的声明稿跟今天早上的声明稿说法不一样？难道这个礼拜六、礼拜天马上就有一篇获得更正刊证了吗？没有，那个是还是你自己的记忆疏失，因为呢你挂名的论文太多了，竹凡不及被宰，所以你这两天好好的去弄清楚了。是没有问题，是就是我刚刚解释，其实是帕皮尔把2004年跟2006年的放在一起说有问题。是吗，校长？我现在要给你机会说明嘛。为什么上个礼拜五跟今天的声明稿，光是这四篇冠名的论文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你就说不清楚嘛？两者是说法有错误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你真的回去好好的检视一下，你过去到底跟多少学者共同挂名的论文，其中还会不会有出包的论文？你真的要好好的查一下，不然你看你连礼拜五跟今天的说法就不一样哦。不，没有不一样，只是解释，就是他把二零没有不一样，那就是媒体记者的错了哦。这两次的声明稿都是媒体记者来自于你的声明稿而报道出来的啊，是不是？我要提醒你，竹凡不及被载的共同挂名的论文，你回去好好的查清楚，好好的检视清楚，有没有造假，有没有监督的责任？以这一次郭明良这一件事情为例，你跟媒体记者讲说，你对你的部分你都有看过，所以呢，你负绝对的责任，没有造假。那其他你没有看过的部分呢？我担任共同作者，一定尽到共同作者的责任。我共同一定要尽到共同作者的责任嘛，对不对？对。那你没有监督之责吗？有没有？郭明良以前是台大的教授，你又跟他共同挂名，没有监督之责吗？刚刚很多委员都对你啊非常客气啊，我必须再提醒你啊，身为学术界的巨人，身为台大我们学术界的龙头的学校的一个校长啊，你真的要好自为之啊。蒋伟宁前部长为了论文造假风波自己辞职下台，蒋伟宁的责任在哪里？科技部后来这个学术伦理审议委员会啊做出了一个判决，一个决议，这个蒋伟宁部长啊，虽然他没有涉及自我抄袭之事实啊，但呢，因为他是共同挂名的作者，他必须要有监督责任，所以他被科技部停权一年，然后他自己辞职下台。我是以蒋伟宁这个例子来告诉你，该有高度，要有高度啊，校长。你觉得呢？你要不要有台大校长跟学术界巨人的高度？谢谢委员的指示。要不要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子啊、哦！那我等着看哦。我是参与共同研究，不是挂名。我的研究的部分参与共同研究。校长，你现在的说法又不一样了哦。你现在的说法又说你是参与研究哦，你没有共同挂名哦。来，各位媒体记者，你们都在现场，所有的大学校长都在现场。对不起，对不起。那闹了一个礼拜的这个学术的一个伦理的风波，难道都是假的吗？不是啦，我是共同作者。对不起，我口误。好，你口误，所以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站在学术界的巨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站在你是台大校长，最高学术研究的学府的校长，你要不要有高度？我抛这个问题给你，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啦，你自己好好想清楚。现在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假如好了，你还是推给委员会就对了啦，所以你自己个人没有任何的想法就对了啦。假如我涉及这样子的高度，已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来，校长，请回，我请教部长潘部长。赵伟好，部长是台大发生这一件事情哦。虽然教育部回答我说有，我们一直在做，我调了资料，你们的高教师也告诉我，从103年度就开始做校园学术伦理教育及机制发展计划。你知道全台湾参与这个计划的大学校院几所而已吗？39所，我们全国各公私立大专院校100多所里面，只有39所参与这个计划。刚刚被我质询的台大有没有参与这个计划？台大没有参与这个计划。那到底39所是哪一个大学参与这些计划？我跟你讲，你从103年到106年，总共编了1亿4800万，1亿4800万分了4个年度在做，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啊？然后你现在又回答我，我们106年度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要加强学术伦理。你告诉我106年度学术伦理要一个教育计划办公室。来，我请教一下，预算在哪里？组织编制在哪里？成员又是谁？有吗？
部长。没有这个详细，我是不是请资科室？没有，部长，我就要告诉你，我翻遍了所有教育部的预算，没有这个学术伦理教育计划办公室的预算，没有，你们还摸不着头绪哎、欸。是不是？那你还大大的在这个书面资料里面回答我说，我们要成立这个办公室来加强学术伦理。是跟赵伟报告哈，谢谢赵伟刚才所提的这39所学校，这是科技部当时以专案补助教育部。所以教育部自己本身根本对于学术伦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重视嘛。目前确实还没有成立，确实都没有嘛。那难怪这些大学，我们所有的校长、所有的研究人员、所有的学者专家，你们一律用一个自律两个字，完全没有外部监督的一个机制，教育部根本完全把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嘛。我跟赵伟报告哈，当然现在目前教育部是我们有学审会的这样的一个审议的机制，只是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呢，我想这部分我们也会重新再做一个。检视法规了，我也跟赵伟报告哈，因为整个在政策的引导推动上，教育部责无旁贷，但是对于防弊或这个杜绝这个学术伦理违背的事情上面呢，我想我们未来会在教师法上有更严格的规范。部长，你说的要做到，我等着看。今天这个计划，你说这是科技部所补助的研究经费，只有全台只有39所大专院校参加。台大还不在里面，我知道，我从网络上看是交大在主导这个计划。那我希望这个学术伦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能够更扎根，遍及每个大学。我们不是只有依赖科技部的计划补助，好不好？我们要的是教育部自己本身要拿出一套方法。我们尊重大学自治，我们尊重学术的自由。但是呢，我们希望外部的监督力量也要存在，而且必须制度性啊。下一页，你知道你们跟科技部合作的计划里面，这个所谓的 KPI 啊，我看了写就害怕了啦。你们要求各个学者、各个教授、各个大专院校里面的研究人员不要量化，不要拼论文，结果在你们自己的这个 KPI 里面啊，通通都是量化，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要求看到的是值的部分，我们怎么样去落实？我看到，我不是要看到只有数字哎、欸，办理学术伦理教育师资培训两场，建立示范学校三所，办理课程15个单位，甚至培育种子师资45人次，学生200人次，然后他就可以用了几千万的一个预算，这个是105的 KPI。而105年度今年度你们给了3600万在执行这个计划，你说这是科技部给的，不是你教育部给的，可是这个学术伦理如果没有教育部跟科技部的合作的话，怎么能够深化？是不是3600万你好好回去看看，3600万他只要办两场培训，3个学校，20个单元课程，15个单元的实体课程，培养的种子教师含助教哦，45人次，学生只要200人次就好了，3600万就是这样子花的。所以我拜托部长好好的跟科技部在具体的针对校园的学术伦理的部分好好的把它具体化，措施制度化，拜托，我们希望各大专院校，我们尊重大学自治，我们尊重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但是我们要求学术伦理，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我想这部分教育部已经跟科技部啊，在做这方面相关的措施的一个研商跟法制面的研商。所以部长哈，跟台大杨校长先讲清楚啊，这个事情啊，要先弄清楚，把真相搞清楚，然后对国人有交代，你才可以对国人宣示，你教育部是真正要做到。维护学术伦理，谢谢。好，谢谢。我们在高金委员质询完以后，我们休息15分钟吃便当。那为了节省时间，在质询结束前5分钟可以慢慢发便当，那请安静，维持质询的尊严，好不好？谢谢。
谢谢主席。主席，我可不可以先确定一下，今天是106年度教育部的预算哈？主席曾经答应过我，原住民的部分是要跟原民会做一个专案的部分，对吗？对对对，应该可以吧？因为我在今天的预算书里面没有看到原住民的部分，是准备在专案里面才提出来吗？可以吗？可以。那麻烦请主席也让部长知道一下。其实本来要安排，正好你时间没办法配合，是吗？好不好？所以下次一定会有一个原住民的这个预算，跟原民会的人都要来这里专案报告。好，谢谢，谢谢主席。好，我们请部长。好，部长请。部长早安哈。委员好。今天来了非常多这个我们教育界的精英，我们大学的教授跟校长们哈。前一段时间在立法院。有立委脱口而出歧视的语言，那当然他已经道歉了，但是这正正显示我们台湾的教育的失败。我当然明白有非常多根深蒂固对于原住民这些歧视的讲话用语，其实根深蒂固在他的内心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已经这么普及了，而且还不断的吹嘘自己是最懂得多元教育的，可是这样的语言还在我们的国会殿堂上发生。部长，我们是不是该检讨一下我们对于所谓的原住民的尊重跟理解是不是不够？是跟委员报告，我想对原住民族的教育在近期包含我们106年的相关的预算跟过往多年来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在做。我认为不是预算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普及教育不够。部长你同意吧？是 我想是不是要再努力一下？当然最后这个委员在国会殿堂也三度的跟原住民族群道歉，这个道歉当然是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也乐观其成，我们也鼓励，因为道歉就是一个最好的身教，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理解可以懂得互相尊重互相欣赏。所以部长你觉得原住民对于原住民的教育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加大力度，然后让大家可以清楚知道原住民是台湾的。我想跟委员报告，我想在整个教育里面多元族群的尊重多元文化的理解，这个本来就在教育上是一直持续在努力。很抱歉部长，原住民不叫做多元，原住民是台湾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台湾的主人，不应该是被这样子歧视。所以我希望部长你要引以为戒好不好？也希望在场的大学你们精英的这些校长们回到学校以后，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发便当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我请主席休息一下好不好，暂停一下时间。我刚刚讲说是最后五分钟你们发太快了，而且我说我觉得这样子对本席在这边的质询非常的不礼貌。好吧，那我们等到质询结束了再发好了，不然我还是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啊。没有，我刚刚讲是最后五分钟他们。对啊，拜托一下在场的校长们，我今天讲的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议题，这不是多元。为什么今天在堂堂的国会上还有一个立法委员可以这样子讲出歧视的语言？在场的精英们、大学教授们、校长们，你们难道不觉得汗颜吗？部长你不觉得汗颜吗？台湾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居然还在那边领便当，你们都应该低头好好反省。部长，我希望今天的事情能够引以为戒，而且他三度在国会殿堂亲自跟原住民道歉，这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可以接受他的行为，而且这是最好的一个示范，也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示范。部长，你同意吗？是，我想在教育上我们会持续努力。谢谢。另外，我要问一下现场的大学教授们、校长们，尤其是国立大学，今天来的都是国立大学，就我知道，目前原住民大学的资源中心光私立就有43所已经做了。请问部长，在场的大学校长里面原住民我们只有16所，剩下的没有的请举手。只有2个吗？麻烦你们好不好拿出你们的道德良知。目前我知道的是只有16所，而今天在现场的有50几所的学校。部长，请你告诉我怎么回事？这个不是在法律已经规范了吗？为什么我们国立大学自己不带头呢？私立大学反而做得比你们好，你们是不是觉得应该要汗颜一下？部长，我要求你，我要求你，一定要做到
当然我们上面是说要有100人的学生才可以，但是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宽呢？就是回到我刚刚讲到的那块部分，国立大学对原住民的孩子，你们都有这种歧视，你们都不需要我们的孩子们在我们的国立大学里面有一个资源中心，让他们在资源中心可以理解自己的文化，像什么样啊？部长，你可以同意我吗？一个月之内，把没有的这些大学告诉我到底什么原因？是他不愿意呢，还是有歧视呢？还是经费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部长，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惩处的动作啊？是，我想跟委员报告，也如委员刚才所提到了哈，在原来我们给学校的这边的一些规范呢，提示是在100人以上来鼓励设置哈。那我想在目前的数字里面，有部分的学校我们原住民的孩子的数量是比较少，但刚才委员所提的这个建议啊，我想这应该不是说校长歧视或什么哈。如果在这部分，应该回过头我们来跟学校啊，部长，我要求你一个月之内告诉我什么原因，可以吗？哪几所大学没有？哪几所大学我们有多少的原住民的孩子？一个月之内把这个数据给我，谢谢。我想这个资料提供没有问题，但我进一步我还是会跟学校这边我们来共同努力，好吗？我希望在场的大学的校长们，请你们理解，原住民的孩子从上面下来，他是有文化的差异。如果在各大学校里面我们并没有放资源中心的话，他当然对于自己文化的历史，他当然不会理解。所以资源中心在我们的原住民的孩子当中，各学大学校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校长们，麻烦一下，这个不是多元，这是台湾的主人的孩子，谢谢你们。部长，我看一下这张照片，是，这是黄培宏，这是我们国家代表队球队的举球员，我们大家称赞他为光头神举，或者是排球界的林书豪。2015年的时候，他到西班牙职业排球队打球，他也是我们台湾有史以来所谓拿到职业合约的旅外排球员。可是他在4月份回到台湾代表队训练的时候，他11月6号，他在他自己粉书上说，他要离开国家代表队了。标题是：我们渴望赢球，但是体制在乎吗？他有3000字的声明，里面看了我非常的心痛。他说，我们这一队和其他国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资源。每一次国家比赛的时候，看到其他国家的阵仗，总是让我们自卑。对手庞大的教练的勤收团、医生、防护员、翻译，经常都比我们整队人数还多，甚至还多。经济实力远不如我们的国家队的，他们的资源体系也让我们羡慕啊！我们几乎就是多少12个选手，加上3个打理一切的小小教练团，顶多再多加一位工作超量的防护员。请问一下，体育署署长，您可以休息。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董事长，还有国训中心的执行长。我们现在的董事长还是我们的次长，然后国家训练中心的执行长，请问一下，我们每年的预算花到什么地方？你们怎么分配？次长，你可能不太了解，你刚上任，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执行长，执行长，你在这个位置多久了？从去年1月5号上任到现在。好，你看到这一篇文章了没有？是。你看到这一段时间，我们非常多优秀的体育界的人士对于我们的体制相当的不满，你理解吧？了解。好，请问一下，国训中心，我知道，105年是5亿，106年你们多了将近7亿，对吧？对。你准备怎么放？钱够不够？事实上，我们用在选手各项的这个培训这个参赛，你们训练中心的资源是怎么分配的？钱够不够？如果不够，要说。是，确实是不够。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多的优秀的那个体育人员会讲这样的话？他说：“体制在乎吗？我们非常渴望赢球，但是体制在乎吗？”我们事实上有65%到70%之间的这个预算是用在我们的选手上面。那我们大概是65%到70%，对。那你觉得够吗？事实上是不够的。不够该怎么说呢？该怎么做呢？我们当然希望在你看到这篇优秀的我们的水手说了以后，我看一下，他这个是在11月6号，一直到现在
好几天了，你心里面有没有反思过？你今天要来这边做预算的报告，我刚刚只看到你们讲的这些不痛不痒，那么多的问题了，你还不痛不痒，还只告诉我们说你要花在什么地方？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下，你到底对这些选手一一的离开，对我们的体制到底有什么问题？你能不能写一篇东西让我们知道？是我们在这个这些选手的这个需求之后，我们也做了深切的检讨。那对于教练选手的需求当中，我们这个包含运动科学的资源，他讲了防护的资源，他讲了教练的勤收团很重要，再来是医生、防护员，防护员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体育选手的，他一辈子考不好就是这么一两次，然后再来呢，我们的翻译，我们的人很少，对，这是事实吧？这是事实。事实，那你要怎么解决呢？我们这个我们也扩编了相关的人员，包含尤其是防护员，还有运科人员，所以在这个运动团队当中，我们这个加上了这个体能训练员，运动科学这个资源人员。执行长，我很抱歉哈。我觉得你来到这边呢，对于最近我们体育界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根本没有准备好来报告，而且你根本没有上心。次长，我要要求您，还有体育署署长，我要要求您。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体育真的是出现了断层。我们从基层的运动员，我要讲，尤其是原住民部落，我们有非常多好的运动好手，他根本没有办法享受到我们的政府资源来培育精进。我每一次到部落里面看到，只有靠学校或者是运动员向社会企业自己去募款，或者是仅仅能够透过一般的教练还有自己自主训练来提升能力，要不就是就地取材，然后用这些老旧的设备来学习。所以我建议啦，培养运动人才应该是要从基层培育到一直到训练到国家的精英代表，我们应该要激发每一个运动的潜力。市长、部长、董事长、执行长、署长，你们同意吧？同意哈。那同意的话，应该好好回去赶快思考一下该怎么做，可以吗？本席要求两个月之内让我们看到你们想怎么做改变，可以吗？这件事情我是请部长还是请市长你来负责？我想跟委员报告哈，确实从今年里约奥运回来之后，我们是从多面向去检讨啊，哈，当然，在这方面，在法制面，在预算，包含我们对这些人力上面的资源的整合很重要，不要各做各的。如果你的资源整合可以做到的话，然后从最基层的培养，然后再到我们最后的国手，怎么出去跟企业界配合在一块？有很多东西不见得是资源中心可以付的嘛。企业家在国外应该都有好朋友，都有饭店嘛，不是吗？你们这个平台要把它运作起来啦，好不好？谢谢。另外，我要请部长，你回去好好看一下，我们有非常多的研究的东西，我们的研究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最后变成政策，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国发会有委托中央大学研究什么未来族群发展的政策计划，它有三个。一个是我国族群发展重要的指标分析跟运用，第二是我国族群发展政策影响评估分析架构的规划，第三个推动族群发展政策的法制盘点与调实。为什么特别讲出这三个呢？这些的研究完毕会不会变成政策？这些的研究完毕了会不会变成我们大社会运用的一些需要的必备的东西，而不是用完了之后各自放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就结束了？所以部长，您可不可以答应我，不管是我们的教育部里面的这些研究计划，尤其是对于原住民的，最好要变成政策，你同意吗？是跟委员报告，我想如果就教育部本身属于在政策的这些规划研究，一定是作为后续政策在推动上非常重要的参考，好不好？我们不希望这些研究变成是浪费，就锁在书柜里头了。注意一下好吗，部长？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我们休息十五分钟用餐哦，大家不用急，十五分钟到了你们还可以继续慢慢用哦。部长就要准时啊，好吧？还有招委要准时，好吧？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用餐。没有没有没有。